经哭泣也会看不见，未来总会有别的心愿，就让时间翻开崭新的一页。你的音符，你的脸，有种无声的语言，叫我不退缩，要坚持着信念。用音符画一个圈，经过都会被纪念，我想爱永远会留在你心间。每个人都拥有一个梦，其实彼此不相同，能够与你分享，无论失败成功相信是你会给我笑脸，让我感受有爱的原点，快乐的过有风有雨的岁月，有风有雨的岁月，希望和相信在所难免，总会经历漫长的严寒，让这一切在我们心中沉淀，用旋律写成诗，放入你的心里面，手牵手记录我们爱的和弦，用音符画一个圈，经过都会被纪念，不想爱永远会留在你心间。每个人都拥有一个梦，其实大家来帮长虹庆生啊！今年是长虹第16岁啊，希望长虹在未来的5年啊，可以到另外一个境界啊。那我们过去培养了13000个 PNP 啊，然后1500个敏捷人士，那也在成立了一个敏捷社群。所以在未来5年，我们希望可以把专案经理把可以为双轨人才，就是PNP 加上敏捷的一个专场。好，那谢谢大家对长虹祝福哦，拜拜。好，大家晚安。那今天是长虹的89的这个生日的这个时间。好，那欢迎大家可以扫我们的这个脸书，那比较多的讯息都会放在这里。那今天给大家看到不一样的是一个快乐的这个简报，也有别以往这个超严肃的这个简报，所以是一个快乐的这个时光。好，那今天帮大家因为在疫情的时候，那我们就给大家一个温暖的这个夜晚。那今天帮大家准备了一些活动，第一场我们会请这个
傅云峰总经理跟大家分享 CEO 眼中的专案管理。那接下来 Roger 会跟大家报告愿景。那接下来怡琪会跟大家来报告他的这个证照的这个经验。那我们会接下来会再请到纯姐跟大家来报告这个传承的意义，就是从819这个风云会的这个回顾。啊，接下来有讲师还有教练，还有更多的这个彩蛋。好，那请大家一样在这个论上帮我做这个更名。那一样的，一就是代表常红璇，二代表教练，那三是讲师，那四是常的好友。好，那请大家在 middle 版扫这个 QR code， 那在 middle 版上做这个签到，那也送下这个祝贺跟这个祝福给常红，那或是你有想送给常红的礼物，那也可以把这个照片放上来。好，那期待大家给我们越来越多的这个祝福。那这是我们的 middle， 那网址放在聊天室。好，那也跟大家报告，就是八月是常红的这个换证月，那目的是帮助这个常红所培养的 PMP 都能够延续这个证照，因为要考上一个证照，要培养一个专案管理人才非常的不容易。那可能因为一忙碌或是不小心就让证照失效了，所以在每年的这个八月的时候，那常就是举办换证月，来帮助所培育的 PMP， 那都能够用最少的这个预算、最少时间，那能够完成这个换证。那专案经理一定有绩效，所以我们也给这个我们的工作团队设了目标。那今年我们希望在这个月可以帮助250个常学员完成换证，那目前达成率 79%。那我们希望把这个更好的精神传递，所以我们会也会请换证的这个学员能够写心得，那我们的目标是100件心得，那目前达成率是 34%。 好，那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教练的制度能够传承进去，那在学习过程中我们辅导教练，那在考上之后我想人人都是换证教练，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这个更好，那能够做藉由这个教练的这个换证，然后能够跨界的这个共好，所以我们有招募的一些志工的换证教练，那我们期望是可以达到30位新的这个换证教练，那目前达成73%，那我们希望最棒的大家都能够一起参与，那希望大家一起来完成我们共同的这个目标，所以如果你想一起 join 我们，然后达成这个目标，那可以扫这个 QR code 到换证的训练群组来，那就常的团队的所有同仁会帮助大家。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到我们近期刚考上PMP 的这个傅云峰总经理来跟大家分享他心中眼中的这个专案管理。那傅云峰总经理本身也是在应该在 PMO 办公室，那我想对于这个总经理能够来学 PMP， 我想是非常的不容易。那傅云峰总经理他也得到了三个 A 的满级分的这个成果，那我想尤其他学的是2021年新版的这个专案管理，所以我想借由他来跟大家分享一下PMI 这个的改变，那以及他在学习历程中那他的这个专案管理，所以我接下来把时间给傅云峰总经理来跟大家做这个分享，那也做这个今天的暖场。首先我非常荣幸能够来参加常红的生日 party， 那祝常红生日快乐，就是年年生意越做越好，然后钱越赚越多。 OK，那我的接下来就是我的简单的报告。那我的报告分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我的简历，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为何来学 PMP， 那接下来就是为何要选择常红啊，然后这个是结论的部分，那中间有一些附加说明。那我个人呢已经在这个大型工程专案里头打滚了大概30多年啊。那我是从最基层干起的，就是从这个机械设计组的组长，然后工地的这个施工部经理，然后一直到采购时程计划经理 ，EPC 时程计划经理，然后现场的 Project Control Manager， 我历练了这些职位。那我经历的专案就是台湾的核四，我是帮台电业主当 EPC 的时程计划经理。然后我跟着美国西屋在中国那一边帮他们盖了4个机组，外带6个机组是他们自建的，那总专案投入大概一个机组是两个机组是130亿美元，所以总共要乘5。 OK， 那接下来我就被调到美国的乔治亚
继续帮美国盖同类型的这个核电厂，哦，那他们到去年投入的大概已经的预算是$200亿。OK， 我个人也在这个泰国石化厂，有一个在 Rayong 的PDH 厂，那个时候是属于亚洲最大的这类型的厂。那至于多少钱，我是已经忘掉了。那我在年轻的时候，我是帮德国西门子，我们盖过综合捷运线啊，整条线都是我包下来的。那我们那个时候是主要负责机电系统。OK， 好，就是来谈一谈为什么要学 PMP 啊？其实我们的工作就是 PMP， 我们一直在 PMO 工作啊，就是单一专案跟很复杂的多到十个的专案一起工作。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跟日常工作。但是呢，我记得这个 PMP 这个执照是刚出来的时候我们也蛮惊讶的，因为 PNI 引入这一个执照的观念，我们大家那时候是很好奇，但是那个时候并没有，因为我们都很忙，所以基本上能去考的人真的是很少，因为通常在我们这种大型工程专案，我们大部分都是做三班的，三班的意思就是说三个八，所以我们基本上就要跟着做，所以有时间来考这个执照真的非常少啊。但是我们这个行业有一个特色，就是活到老学到老，也就是说我们除了日常工作外，有一些新型的这个管理观念呢，就是从1970几年一直到现在，我们不停的在学新的东西，就是公司会搭配新型的管理工具，会要求我们去学，然后在升迁的时候会当做一个考评的一个标准。这边举 GE 的例子， GE 的 Six Sigma 当初他们是在他们的工厂引入的，那后来呢他们又加入了这个假如有在美国洗衣公司工作的人，你就知道他们还会搭配这种黑带蓝带绿带这一种受训资格，就是你受训到某个地步你就往上升，那带着颜色就变，然后甚至于他们还会要求你去大学去学习，那在你身上这个 manager 或者说这个 director 这些位置的时候，这些就是一个必备的条件啊。那由于我们平常就是经常在学习，所以这个去年我就我们大概几十个同事出来创业的时候，刚好我就被分配到台湾来了啊。那五月碰到疫情，这些台电中油的业主就要求我们说，大家尽量就是网上见了，不要去拜访他们了。那我刚好九月要调回美国去，所以刚好利用这个机会，想一想考个 PMP 也不错啊，然后顺便看看这个PMI 的 PMP 发展到什么地步，所以我就报名了。那为什么选择长虹呢？这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其实对国内的这考 PMP 的机构不是很熟啊。那台电的业主他们首先推荐资策会了。那后来我就去看了资策会的实施，后来我就算了，我想说那我再找一找吧，因为我很年轻的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在北医补习班当过班导师，所以我认为我应该是蛮有经验可以找到好的这个像长虹这样的机构，所以我就搜了一下，然后我就做一个比较，那我发现长虹应该就是我心目中理想的一个最优的选择啊。那果然事实证明我选的真的是没有错。Okay， 有关于长虹的部分我等一下在最后再做个说明。那我们现在先说明一下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也就是说 PMI 他们对于这个 PMP 的制度是跑在我们的后面。因为我本身是学 NBA 的啊，就是说现代管理学的发源地是在美国。那个美国的工程市场在1950年到1980年是黄金时期，那个时候他们很多大型的专案就纷纷的在那边建设他们的核电厂、石化工业、火电、铁公路桥梁等等。那个时候管理的理论是跟不上这些工程界的发展，所以他们很多工程界的大型公司像 Bechtel 啦、Westinghouse、GE 还有那个等等等等很多公司，他们就发展出自己的专案管理的工具。举个例子，各位现在熟悉的 P6 以前是不存在的，在1950年、60年的时代，那个时候现场比较使用的，那时候 mainframe 的市场
所以他们是 mainframe 就是像 IBM 那种主机啊，就是大型的电脑。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的这个合伙店的大型工程专案里头，他们用的就是 mainframe。那后来呢，逐渐的就是在Primavera 这个公司推出 DOS 版的这个管理工具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去用它，然后一直进展到 P3 到 P6 啊。所以 Microsoft 那个时候是没有出现， Microsoft 是后期才出现。那最主要大型的工程专案在管理都是用 P6 啊，没有人在用这个 Microsoft。 OK， 那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这里特别要说明就是说，基于当初在引入这个六个 Sigma 的时候啊，在他们工厂体系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在合适的时候好像有点水土不服啊，所以这个台电公司对这个六个 Sigma 意见是蛮多的。这个只是跟各位提醒一下，就是说某些时候的某些管理工具在哪一些产业用的好，但是你要拿过来用，拿到别的地方去用的时候，肯定要多加考虑。好，这个部分我就刚刚也提过了啊，然后我特别再说明一下，就是说那这些大型的工程公司他们对于人力的需求是非常的迫切啊，所以美国在那个时代STEM 的学生，就是说你STEM 就是Science,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跟 Technology 这四种科系，在到美国留学大部分都可以留下来，因为他们需求量非常的大。那他们这个被雇用性呢，因为老人各个公司都占据不放嘛，那所以他们去使用新人的时候是怎么办呢？就大学进来没办法，就自己公司训练了，所以每个公司都有一套他的制度这样子。那后来这个 PMI 也推出这个 PMP 的产品，那个时候就比较有趣了哦，因为通常各位假如有熟人或者说朋友在美国这些大型工程公司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们对于这一个不管是工程师，不管是管理阶层，甚至于是工头，他们对于这些管理工具，就是像那个长虹在上课教的什么 CPI 啊 SPI 啊这些东西风险啊什么，他们都很熟，都朗朗上口，甚至于他们看那种时程的像那甘特图都非常非常的熟练。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国内的市场，各位假如有朋友认识是在中鼎啊、义鼎啊、新鼎，就在鼎字辈的或新字辈的，或这个中华工程公司这些工程公司有美资投资的，我这边有举个例子，就是泰兴其实当初就是 Bechtel， 他们叫贝泰嘛啊，那吉星是 Gibson， 在美国是做火电的啊，那富台是 Fluor 是老字号的 Oil and Gas 的公司。那义鼎是 Evesco 是美国老牌的这个做核电的设计顾问公司。所以这些制度呢，他们会沿袭他们这个、美国公司的，当然他们有一些目前还有在合作，有一些是已经没有合作了、哦、但是他们的制度都还留下了。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比较有趣了，所以他们对于这个PMP 这个执照，他们也是觉得到底跟他们这个公司原来的这个系统合不合啊？那这个我后面会再做小小补充。那但是在这些公司里头呢，各位发现说，那我学 PMP 到底帮助何在、啊、因为这些公司最主要是设计跟施工为主，那他们在台湾走的是美国制度、哦、他们各州美国各州都有所谓的 PE 执照，就是由州政府发出来的这个土木结构啊、电子啊，这些都是你要去考试，然后由州政府颁发你这个PE执照，你跨州工作你还要再去换，或者说要做一些考试等等啊。那台湾这里是也有这种执照，台湾这里的执照是就考了全岛用嘛、哦、那基本上跟美国那个比较不一样，所以他们那个是由政府认定的执照，那PMP 是比较像微软后期这种很成功那种软体工程师执照，是比较偏向商业性质的、哦、那我知道 PMI 因为 PMI 推这个执照已经很多年了，他们一直也想走到这一步来、哦、我的感觉是这样子的。那但是为什么走到直到今天还在美国
还没有到这一步，我就不是很了解。哎，这个样子。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在我也认识很多就是专业技师啊，就专业工程师、专案经理、采购经理，他们也有去考 BNP 执照哦，或者考这个风险管理师的执照。也就是说，在美国那一边的趋势是，假如可以的话，他们除了专业执照之外，他们面临这么多的竞争，他们还是觉得这是个 plus 啊，就是说你比人家多了一个 BNP 执照，多一个这个风险管理师的执照，是相较之下是可以有竞争优势的。OK， 那假如公司有这个要求，那就那你当然就要去考。在这里的时候呢，我就是用这一句话哦，就 chance favors prepared mind。这个是18世纪法国的一个那个Louis Pasteur 一个那个微生物学家他的一个名言哦。那这里我就要特别说明一下，这个当初选择长虹，真的是验证了这一句话。你除了本身自己有一个 prepare mind， 但是这个还是不够的啊。就是说，相对而言，因为我也打听了一下，我有之前有认识的人曾经去资策会那边去也是同样的课程啊。那这个完全都不太一样啊。就是长虹的特色，除了它有很好的一个 database， 还有这个很强的师资，还有这个更好的结构啊。所以对于像我们这种很忙的人哦，会形成很巨大的压力哦。因为你知道这个，你在工作上你习惯去这个就是求好亲切，你跟年轻人在一起拼这个东西哦，拼出他也面上罩不住啊。特别是我们这种，这是我们的本业这样子。OK， 那所以我在这里就用后面那一页的一个细部资料跟。以及这句话跟大家共勉啊，也就是说，站在我们这些管理者的立场，当你有应征的人，不管你是新人旧人啊，这些这么多个 bullet， 你就算了，我就用这一句话来做一个summarize， 就是说，当我同样的心思我要雇用人的时候，这个人他只要条件一样，但是他具备了更优的一个执照，像 BNP 像 RP 像这些东西，我假如雇用这种人的话，我对上面我其实是更好交代。 OK， 所以我拿这个来做一个最后的结论，就是说各位不要犹豫，有认识的人也不要犹豫，赶快鼓励他们要选择好的公司，像长虹这样子。我这个不是业配哦，我这个是说老实话，因为他们做的真的是非常的真实，而且很省大家的时间，而且压力非常的大，我觉得赶快准备，赶快做抉择，赶快学习，赶快考上，不会后悔的。 OK， 这个就是我今天简单的报告，谢谢。好，谢谢副总经理的这个分享。好，那接下来我就把时间给这个拉九老师。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就是我们的今天的这个仪式的部分，就是拉九老师刚刚播放给大家的生日的这个快乐的影片。好，大家晚安，我是拉九老师哈。那今天是长虹16岁生日哈。对我而言的话，其实一年过一年的话，没看到自己的 PNP 这样的成长，其实是，一种成就感。那在16年之前，我在，一家上市公司瑞光，担任，经理人大概八年的时间。那八年之后，因为考上 PNP， 因缘际会出来创立，长虹。那我从来没想过说自己的能力可以去改变台湾，那长虹过去，做了哪些事情，那其实，我们在13，在16年里面的话，我们总共培养了13000个 PNP。 那这13000个 PNP 啊，各位如果从1数到10000，再从10000数到13000，哇，这要好几个小时，那但是我们却这样10年如一日的，产出这样的 PNP。
那 PMP 的话，从零到这个一千，我们大概花了两年三个月。好，然后从一千到一万，我们花了这个七年啊，就十年的话就达到一万个。那在这过程的话，其实受到很多的一个抨击哈，就是有些一开始的时候，因为竞争对手觉得说啊，长荣的一个录取率太高，高到不可思议，为什么会有几乎整个班考上？是作弊吗？还是用考古题用什么样的方式啊？其实啊，大家里面都知道，我们使用的就所谓的共好机制。那共好机制其实是要去激发大家的一个团队的潜能啊，那能够让各位齐心协力一起去考上。那近年来PMI 也开始跟我们去讨论说长荣录取率。那在从来没有比较情况下，我们去比，我们才发现说长荣的一个录取率居然是全世界最高的。啊，这个不是长荣自己说的，是 PMI 说的。而且长荣考上的时间的话也是非常的快。PMI 说大概一般机构要半年以上或一年才能有这样的绩效，可是你们却在两个月创造这样的绩效，你们是怎么做出来？其实所谓的共好好，那在后期部分的话 PMP 人数越来越多了那于是就会产生一些所谓的考上 PMP 可是却不会做专案的人所以 PMP 的话它的评价就两极化，所以在后期的话，我就鼓励我们讲师说，我们绝对不能培育会考 PMP 的这个人士而已，我们还鼓励他们真正来去实做专案管理所以在那时候起，我就几乎每年都有一些这个典型的一个大型专案用 PMP 来去 practice， 告诉大家说原来PMP 可以用在自己的一个生活跟工作上所以在在这样情况下我们就越来越扎实，把 PMP 从考照拉到这个实务面，希望说这个 PMP 的话他们都是可以学以致用。好，那常常在十岁的时候的话又起了一个转折点因为那时候我看到长荣的一个趋势不是世界的趋势是往敏捷的潮流在走。那我在想说，如果我今天没有学敏捷的话，那长荣一定会被淘汰掉所以那时候我就放下身段在老师老师的学生眼里的话老师是 PMP 传教士那当我要转到敏捷部分的话，其实我必须要掏空自己就让自己变成一个空瓶子一样，我才能去接纳薪水那我真的是放下身段从零开始学习学习到现在的话已经是这个五年时间，但准备要收成的时候那在这个投入敏捷部分的话，其实我比谁都投入我先学习了 CSM 然后接下来的话再学习 CSPO。 那其中又拜一个老师就是 Bill 老师然后怎么样去内化这些Scrum。 当然 Scrum 跟PMP 的 Waterfall 它会有一些重叠，但是我把它应用的很好所以在长荣十岁的时候开始每年都一些大型敏捷专案，其实我都会带100位志工来去做一些敏捷专案那慢慢的把敏捷把它内化的很好老师相信在国内的话在敏捷程度的话其实也是算是专家等级的了那于是从那时候呢，长荣就开始培育了敏捷人才那 CSM 在这五年之内我们总共培养了1000个，那未来会等比急速成长，我估计未来五年可能会成长到5000然后 ACP 呢，它门槛比 CSM 来的高，因为它非常难考，可能是 CSM 的3倍到5倍的难度那目前台湾只有500位但是因为 PMI 它不是敏捷的主流，所以其实它今天在跟 CSM 相较比较起来的话，所以其实它会比较占劣势所以我估计 CSM 它会去成为一股主流所以在这样情况下，长荣已经融合了所谓的双轨道双轨道我称它为所谓的 Hybrid
就是 双等技能、啊、一个是、PMP 专案管理、的专家，那另外一个是敏捷、的专家、啊、那这样的 hybrid 部分都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啊、就是各位、啊、hybrid PM。 可是敏捷这个东西要去 practice 非常困难，因为它、违反很多、这个、台湾、中小企业主的想法，它需要充分授权，然后让团队自主之、啊、然后、要建立一个开放环境，所以在这边很难在企业达成。于是、在两年前我就跟立修说，那我们应该要创立一个敏捷社群、啊、就一开始、少数人先分享，所以敏捷社群从一开始的20个人、啊、到、这个50个到100个、啊、大概花了半年时间，可是它从100到1000、啊、大概只有一年啊、那从1000到现在5000只花了半年、啊、所以敏捷社群、这个2岁的时候现在已经5000人规模，所以这就是未来茶网的一个平台、啊、所以在未来、这个5年，今天是茶网的16岁嘛，那16岁其实是15岁加上一年的时间、啊、OK、啊、所以在这边呢、16岁未来5年，就茶网要走到20岁的时候、啊、我们要往哪里走啊、其实我们要走的就是、以一个完整的一个、双轨道、来帮台湾培育这个、hybrid 的人才、啊在现在老师正在进行一个、庞大工程，我相信很多人都在里面、啊、就是我们正在跟100位志工来去翻译 PMBOK 7。 那各位很好奇说 PMBOK 6已经800页了，那 PMBOK 7不就1000页了吗？刚好相反， PMBOK 7减半再减半，它现在瘦身到只剩下360页、啊、而这360页的话，它的思维是已经、把敏捷的东西把它内化进来，它不再强调以前的如期如成本如值如客户如度的概念，而是强调说我们要让客户拿到他所有的价值。好，那像这样的东西就是所谓的成果导向，所以像这样的东西叫 value driven。 那以前我们在区分 PMP 我们叫做 plan driven、啊、就是计划导向，然后敏捷叫 value driven。 可是 PMP 的话， PMBOK 将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体系化全部把它扭转，它就抛掉自己，跟老师一样10年前、啊、抛掉自己，然后重新去学敏捷。在他50岁生日的时候的话，他就把这个 PMBOK 7全部改写，然后把原本800页说的、10大知识5大流程全部打掉。好，49个 IPPO 的话只剩下这些东西。好，那、他把它分成两部分，上部分的话叫 PMI Standard。 好，那就有点像是台、这个 ISO 9001的标准。好，那这个、PMI Standard 其实是呼应到美国的国家标准，他们叫 ANSI、啊、然后在以前 PMI Standard 在旧版它是5大流程哦，那在新版它居然变成12个准则、啊、就12个准则的话其实就是这上面这个、认同这个、认同、啊、12个准则，它就是属于说思想教育，思想教育。那各位看一下这三角形，这三角形是、一个、NLP 的大师、啊、他提倡的一个理论，他叫逻辑层次理论，他分很多层、啊、然后最底层的话就是、这个、我们的外在环境、啊、会影响我们，然后接下来的话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啊、然后再往上往上，你可以看到说信念跟价值哦，这就是人们的思想，然后到思想上面会有灵魂啊、OK， 所以叫灵性、啊、所以他一开始就开始洗脑、这个、专案经理说你们要、遵循这12个准则。那这12个准则不是、敏捷12准则，但这12准则的话 跟,、这个跟那个敏捷的12准则非常像、啊、往下一页。好，那各位可以看到左边这边啊，设准则哈、啊，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到说，它很多东西的话已经不再是在讲啊这个传统 waterfall 哈、啊、，OK 哈，你看第4点专注价值，这是价值导向 ，OK， 然
然后接下来的话，展现领导行为，他还是会有所谓的领导，但他不是敏捷铺人式领导，他是兼具 PM、但是也兼具、这样的铺人式领导。然后接下来的话、他在他原本的、议题风险跟变更，第十点风险回应还是一样存在。然后第十一点拥抱变更，他不再用 CCB 变更管理很严谨的东西然后去管制这个流程，而是欢迎变更。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说 PMI 在50岁的时候洞悉到他的危机意识，他觉得说我再不改变我就要被世界淘汰，所以他就更根本、一切的改变自己的思维，叫12个准则。但这个12准则的话是 PMI 的12准则，而不是敏捷12准则。但他跟敏捷12准则的话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却又保留他原本专案经理的一个核心价值。好，再来右边这一块的话，就所谓的八大绩效，以前有十大知识嘛，而后没有。那所谓十大知识都是属于一个过程管理的一个、工具，他已经不管你用什么工具，因为全世界工具那么多，何止那十大知识的工具而已呢？所以这边的话他就归纳出来，其实就有八大绩效领域。好，所以十大知识变八大绩效领域。那这个、八大类、绩效包含说利害关系的满意度啊，团队的士气啊，开发手法跟生命周期，规划专案工作交付衡量跟不确定性。好，所以、立秀再回到上面。所以回归到这三角形，像这样东西、就叫做行为面。行为面，所以设准则是告诉专案经理说，哇，你的、思维未来该怎么做。好，那接下来你要呈现的是呈现在你的 outcome， 我们叫成果，就是这个八大绩效领域。好，所以、在这里面的话，其实我觉得说、这个这已经是 PM 4.0 了、就是 PM 经了 好几代的转型。好，那在 PM 4.0 的话，其实、在未来各位、就要需要跟敏捷来去共存，甚至各位要成为敏捷专家。好，那老师、以身作则、学习这么多敏捷，做这么多敏捷、所以在未来的五年，我期望说长虹可以、这个、让许多 PMP 的话走向敏捷。好，然后也培育更多的敏捷人才。好，这是未来、五年的一个路线图。好，以上。好，谢谢 Roger 老师的这个分享。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下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这个证照达人一起要来跟大家分享两条龙的这个第一位，我们请一起教练来跟大家做这个分享他的这个经验，拿来帮你。我想确认有看到我的画面。有的。好，大家好，我是怡琪，大家晚安。那首先 先恭贺长虹生日快乐。长虹跟我一样是狮子座的，那个热情很积极这样。那 我是怡琪，那今天就是受立秀邀请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证照的部分。那 我这边 我目前是国外业务的主管。那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就是因为、我是长虹第一个取得整个 PMI 跟 Scrum Alliance、全部证照 的学员。那为什么那时候会考这么多证照，或是取得这么多证照呢、大家在看我名字叫怡琪、就是一起一起，那时候就跟一群好朋友，那大家都说，他们就说、一起来考啦，一起来上啦、就这些好朋友也是在长虹认识的好朋友，所以就开始了这样子这么一段的证照的路，就这样一直这样考下去。那说是名字所示，这个是有点开玩笑啦，这个跟我的信念有关系。刚才 Roger 老师不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个三角形图吗？好，大家还记得的话，三角形图的、自我认同的下面它有一个信念跟价值观。所以对我而言，我的信念是这样子的，我认为、实力跟证照一样重要。那我们常常都在讲啊，说我想要成长啊，我想要改变啊，那我想要充实自己啊，可是这些词蛮虚幻的，我们怎么知道、我怎么会知道我自己的我是有成长的，我的实力是不是有增加的？那当然 学习是想要得到这些东西啊，可是如果我没有一个证照来验证，我怎么知道自己是否拿到我要的东西？
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心念。我觉得在这个准备或是在学习的过程之中，实力是这样累积起来的，那证照只是最后一个顺便拿下来，就是好像轻而易举 拿到的一个东西而已。这是很自然会拿到的，所以这就是 我的信念，所以才会造就我说，哎，为什么会这样一路走来？因为我喜欢学习，然后成长。那证照只是顺便拿到的而已。那为什么会开始我这个证照之路呢？那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哎，到底这些证照对我来说，我的人生到底有什么样子的改变，或是有什么样子的用处。哦，那我跟很多人一样，我的第一个证照也是 PMP 的证照，然后那时候也是上网看。其实我第一次听到专案管理这个证照的时候，其实是我刚出社会，那几年前我们就不说了，这是一个秘密。然后那时候我那时候刚毕业在找工作，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在一个杂志就看到 PMP， 那时候也搞不清楚这是什么，可是就有在我脑袋留下了一点这个印象。那这个印象就大概在内心深处来，没有去多想。那工作了几年之后，写这个日本 TOTO 的专案。那如果大家在卫浴，就是你们家的一些洗手台卫浴比较有比较用的比较好的，通常就是 TOTO 的东西。那 TOTO 是日本的公司嘛？那日本的公司在做专案，它有一个特色。如果有跟日本人打交道就会知道，他们非常的严谨，然后东西非常的细节，尤其像 TOTO 这样的东西。所以那时候我接到这个专案的时候，其实我有点惶恐，因为之前我们公司大部分都跟欧美来往比较多，所以第一次遇到日本人后，他那个专案文件啊写得非常的细节，很多的东西，那我就那时候就有点怕说 我都不是那么懂所谓的专案，虽然说之前有做专案，但是对这些词都不是那么懂，那这样 我怎么办有办法去跟这样子的一个大公司做对接？因为毕竟这样子的公司，这样子的一个开发案，它不是只有对日本而已，它共同开发，同时对日本，同时对中国，然后对很多的部门跟很多的人，所以那时候才会动说好，那我来上一下 PMP 好了。那时候也没特别想说要拿证照，就想说，那我来上一下专案管理。然后我们老板很支持我，还帮我出了学费这样。然后我就开始找，哎，那我要去哪里上？那时候一搜寻，一定长虹跑出来，就第一品牌，就里面写了很多哦，很多的成功的实证，然后又看到他的平台，然后我就想，嗯。这家公司这么厉害，培养出这么多的 PMP， 那我相信这样子，我相信他的就是教的一定很好，而且我一定可以在里面学习到很多，所以我就报名了的长虹的课程。那第一天上课我就被 Roger 老师吓到，他说你如果没有要考试就叫我们出去这样。那我就想说，哎，我有要考试吗？啊，好吧，反正就既来之则安之，所以我就上下去，然后就哎，我明天要就考上了这样。好，那刚才讲了，我是为了这个 TOTO 的专案来上 PMP， 那到底 PMP 上完之后我到底有什么样子的收获呢？好，那当然在上一边做专案的过程之中，我一边上 PMP， 我后来发现说我对专案的不止，其实不止对专案，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处处都是专案，我发现我在生活之中或是在工作上，我的思考变得更完整了，我的做事更有架构了。因为 我们那时候我是无版的嘛，所以 那时候只要依照所有的专案在做的时候，只要想一想，哦，范式成品勾风采，哦，大家想一次，大家整个面向然后整个架构一个雏形就会出来了。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嗯，这样蛮好的。我这样整个想过一次之后，大概应该要注意的东西都已经注意到。而且为什么最后会写变更更谨慎一点？因为我的前哦，我那个是在我的前公司，那我前公司那时候的研发人员比较属于有时候
他们自己变了什么，不一定会跟，因为我是业务嘛，他不一定会跟我们讲，所以我们通常都是得到 surprise， 都是从客户那边得到，客户说你们为什么变了东这个东西，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啊，我也不知道，然后就去问我们的研发，我们研发就说变一猪猪那里啊，不影响啊。他告诉我变一点点东西不影响的同时，常常会发生就是 fix A， 想要 fix A， 但是 break B，也就是说他想要改善 A 的状况，但是衍生出了 B 的问题。所以那时候我有把这个概念带给公司的同仁，就是带给我的团队，就是我们在变更的时候要再多想一点，再多评估一点，不要觉得说啊，我只是变一点点而已的，没关系啦，没有影响这样。这就是我那时候学 PMP 我觉得最大的三个收获。那大家觉得取得 PMP 之后，这个日本的专案就上手了吗？就做得很好了吗？大家觉得哎？取得 PMP 的时候之后，这个专案还没做完，然后我开始发现哦，事情也没有像我这个工程想的这么简单。我发现这个文件实在也太多了吧，客户怎么一直在变啊？那变更也太多了吧？然后有的时候是我们研发自己又多做了一些什么专案被镀金了，然后整个流程哇塞，这也太多了，然后我就陷入了一个什么很不舒服的状态，为什么客户一直变啊？ PMP 不是说那个变更要谨慎吗？要有这些要去想什么啊？他怎么可以这样变，一直变、哦、然后内在非常的抗拒，就像我这张投影片写的啊，变更有完没完啊，内心实在非常抗拒。在那个时候刚好就是长荣这边开始引进了敏捷，我是ACP 的第一届，然后丽秀姐这边就跟我说啊，那你要不要来一起学敏捷？我那时候想说也好，因为她跟我提到一点就是敏捷对于变更这件事情可能会有急，所以我就来上了敏捷。我从那时候上了敏捷的时候呢，我的最大的三个收获是这样子：拥抱变更。其实学敏捷我觉得带给我最大的就是一个我 mindset 的改变，我对变更不再那么抗拒了。因为学了敏捷之后我发现，哎，那变更这件事情如果对客户是有价值的，那为什么不？那如果说我们做 A 的做法很快的就撞到墙，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快速的去调整我们的做法，去达到我们的目标？所以这就是那时候学敏捷的我的三大收获是这样子：拥抱变更，那就调整做法，然后把注意力放在价值上，而不是放在客户为什么一直在变上面。那这个真的对那时候在做日本专案的我觉得非常大的收获，因为内心内在改变了，想法改变了，以客户的价值为导向，然后拥抱变更，就乖乖就范嘛。反正你内心抗拒，他还是要改啊。那你只是内在在那边纠结而已，就只是一个想法的改变。哦，好吧，如果这件事情对客户是有价值的，那我们就做吧。哦，尤其是如果这个对客户有价值的，他可能会付那个变更费，那我们就再多收他一点钱，这样也蛮好的。哦，所以就是那时候学那个敏捷的时候我觉得很大的一个收获。甚至我目前自己在做，我最近大概这四个月以来都在做一个美国的设计专案。哦，那个设计专案的变更就也更快更频繁的。我们同事每个人那边，我团队的同事那边跳跳跳，我觉得我很平静，我就觉得预期这个就是会发生。那客户变更我就报价给他，他接受我就收他钱，那就变，反正这对他有价值我们就做，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接下来就是讲到商业分析的部分。学完敏捷，大概过了一年多吧，我记得那时候就开始，哎，商业分析这个东西，那时候讲到说，哎，专案管理在做的东西已经选好专案的，那它的前段到底我们是怎么决定我们要做这个专案的？哦，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这好像蛮有趣的，所以我就想说，好吧，那我来学一下商业分析。那我最大的三个收获就是，当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专案，或者是我们的工作中有很多专案，到底我要做哪一个？那我们首先要先知道到底我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还是我要追求的机会是什么？你要找出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才能做出对的事情。对，所以那时候学习的三大收获就是这个，就是到底我要解决的是哪一件事情，还是我要追求的是哪一个机会？那我要做这些事情，我要盘点我现在到底有多少的筹码？那我要做到这件事情，我到底要有哪些能力？这样，好，然后选择最有价值的事情，或者是自己评估之后去做这样。所以我觉得商业分析这件事情对工作上或者是对自己的人生上，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因为可以在其实也。对自己人生而言也是会常常思考这件事情。那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或是我有一个机会，那我到底要不要去追求？我要追求哪一个？哦，那大家都不拖这三件事情再去评估，那就是商业分析的部分。然后最后就是风险管理的部分。虽然说PMP 有带到一些风险管理的东西，但是后来学了RMP 之后，对于风险有更进一步的了解。那当然一开始以前不懂风险管理的时候，听到风险好像都很害怕，就觉得说好像什么事情要发生了。甚至提到风险，以前我的前老板还会跟我说，哎呀，怡琪啊，不要想那么多，把东西都想坏的，又还没有发生，那就是以前 的想法了。其实风险这件事情并不是只有真的坏的嘛，风险也有正向风险，就是机会。所以学完风险管理之后，为什么我最后会写掌握时机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工作上，在人生上，我可以很快速的评估说，那我做这件事情，最大的代价我要付出什么？我最惨可能会怎么样？那我可以拿到什么东西？我很快速评估完之后，我就可以知道我到底可不可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这对我们在做事上面，或是在我们的人生上面，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很快的掌握。那另外我觉得学风险管理，我遇到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就是刚好两三年前吧， ISO 做了很大的改版，我相信很多人都有遇到，改到2015年版。然后那时候风险管理这个东西被纳入了新版的 ISO， 那很多人都搞不清楚这个到底要做什么。所以在公司里面，因为之前我不是说我们老板对风险这件事情觉得很负向啊，也不太想谈，可是当他被纳入 ISO 之后，他这件事情就必须被看待。然后很多客人也会来问啊，你们的风险管理是什么？那时候如果不是因为我在之前已经学过了这个东西，可能全公司都没有人知道客户在讲什么，也没有人知道稽核来到底要给他什么东西。甚至我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我们的 ISO 稽核来，他还拿了我写的风险的文件去参考，他说你这个借我参考一下。所以就比较听得懂他讲什么这样。所以 那时候我是觉得那时候就觉得还蛮开心的，学到的东西有用到。那以上就是我对于整个证照学习的过程，那我所得到的收获，不管是在工作上或者是在生活上，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那我们谢谢十七的这个精彩的这个分享，让大家对于证照有更清楚的这个了解。嗯，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的纯姐，这是我们第一届的这个学员，然后记得纯姐当初来上课的时候是好像是经理，那现在我们纯姐应该变成副总。
哦，所以有不一样的，然后也得了一堆的这个奖项这样子哦，所以他是得奖的专家，所以未来如果你想要投奖的话，就找纯姐就对了哦，他是投奖的专家。好，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时间交给我们纯姐来帮我们看我们的这个八一九风云会的历史。OK， 那这个我发现呢，这个影片会有音乐，而且是自动播放的，不过我们就这样子顺着走好了哈。我是那个第一届的2006年的时候长虹周年的时候来主持这个 PNP 风云会。那在台湾的历史上呢， PNP 风云会一共举行了三次，我是第一次跟第三次的主持人哦。那这个都是托 Roger 之词啊。那我们在第一届2006年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风云会。那我知道今天很多人当时有参加过的人也都在场，对吗？我好像看到建文也在线上，洪家祥也在线上，然后呢那个他们两位是讲师啦。好，那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呢，就是我跟 Roger 立秀还有主持人刘开哈，我当时是跟刘开一起主持。那这个就是长虹的顾问群，我刚刚说的建文跟家祥就在这儿。那在当时呢，其实中钢哈，中钢有已经有不少个 PNP 都已经参加，但这是我们班，我们班到现在感情都非常好啊，至少还有一半以上的人都还在联系，也在群组上。那这个是台北这边下来的那个 PNP 们啊。好，那在当时候，这是会后一起合照的照片。其实在这之前还有更多的人啊，因为有的人要赶着回台北啊。那八一九我们那时候也倡导说能够是成为 PNP 一个聚会的一个日子，那在当天呢也有一个音乐会，那这个是分享这个我的一个主持的一个我们主持的一个过程。好，那这是当天与会的贵宾们啊，还有人写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哦、人山人海。那这 Roger 当时呢就在分享说他这个当时已经有多少学员，应该有100多个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哈。那这是我们在经典酒店那天用的是 buffet 的方来庆祝哦。那这个是合照哦，对，那个 ITPM 的一些领先师们是吗？好，那这个地方就讲到非常有趣的一帮，就是所谓的这个西瓜，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为什么是西瓜，尤其特别是现在的 PNP 们。那这个是我们那个时代的这个 PNP 的那个会，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活动，有一个亮点，于是呢我们就用这种喝西瓜汁做一个仪式，所以在三次的一个风云会呢我们都来喝西瓜汁、啊、这就是成为 PNP 一个特有的一个文化。我记得第三次的时候，那时候西瓜很少、啊、所以还要饭店还要花很大力气去弄西瓜汁。那这个是一些准 PNP 们，他们在我们为了要鼓励他们，我就送了他们西瓜，希望他们早也是祝福他们早日拿到 PNP 的意思。那在那一天呢有做了一些 PK 赛，那我们是用这个所谓的子流程 ITTO 这些的术语呢，然后用比手画脚的方式呢来做这样一个比赛。那这是台积电的伙伴们他们当时的一个比赛啊。那这个是台北那边的，那这个是他们在就是大家的轮流做一个 PK 赛哦。好，那这就是我们班的同学。好，我们班的同学我们 那时候都临时都取了一个队名，我们叫南慕容哦。好，那这是大家台下都看得非常的有趣哦。那你看 Roger 跟立秀看得很认真哦。那这是其他的伙伴们一起在那边看看这样子的一个比赛过程。那当然这个生日呢免不了要祝生日快乐、哦、所以我们也特别弄了这个生日蛋糕，那大家一起来为长虹来做庆生的动作。 OK， 对，好，那这个是中钢的伙伴们呢特别为 Roger 他们送上礼物、哦、那这是中钢牌的茶壶、哦、那在那个时候呢 Roger 也有给大家礼物，就是王者之风，就是镭射笔、啊、镭射笔上面呢都会刻上每一个人的名字，这也是一种尊荣，我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送。有的、啊、有还是有啊。那八一九其实、哦、这个是当时的一个柯老师哈，他就是老师在讲有没有在听，是不是是这样子哈。那他是鼓励大家 能够加入 ITPM 的这个协会、啊、那这是一个当时他也这个创造了很多的笑料啊。 OK， 再来的话呢就是会有这个副理事长
副理事长啊，副理事长也在台上呢，那鼓舞大家呢能够参加 ITPM 协会，一起来持续这样子的一个友情啊。那这个是当时中钢呢也鼓励他们成立一个分会，那南科主要是以台积电为主。那这是大家响应这个 ITP 就是响应819能够成为国际专案管理师的一个节日，好，所以像今天我们又聚在一起哦，这也是15年的一个缘分。那这是当时大家签名，大家的一个签名哦，那这是主持的一个过程的一个分享哦。好，这个是笑话哈。然后在这个过程当然也会有一些团队的一些这种游戏哦。那如果是选择是一样，就大家要拥抱在一起啊，所以可以看到还好Roger跟那个丽秀呢，他选的是这样的，所以你看这样的画面是非常温馨的啊。那这是会后呢，大家一起在这里哈，签完名之后特别拍下了一个照片。OK， 好，那就是当天的会后呢，大家分享了大家的这种心得。大家的那个像这个是协会的蔡宏明啊，那819当天的活动让人家整个很难忘啊。我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还记忆点还在不在，也许等一下洪家祥啊，这个戴建文老师们都可以分享一下，或者是当天还有谁有参与。我记得我刚看到我们的同学啊，秀花姐也在线上啊。好，那这里有特别讲到啊，我们喝西瓜汁，这里老这个有讲啊，就是一场聚会。那选择西瓜是一种平凡又俗而有力的代表，外表没有亮眼的颜色，里面有热热的红，喝了退火安心哦。那这个是一个 很不错的一个心得分享。那这里展现的是我在得到 PMP 之后我写的一个记忆哦。好，那这是留开另外一位主持人他在对于 Roger 跟丽秀的一个致意。好，那这也是大家的一个分享。那底下这个许志豪呢也是我的同班同学，他现在目前人在越南哦，做得非常的杰出哦。OK， 那这也是当天的一个分享。好，这是高雄奎元跟纪林也是我的同学哈。那我跟纪林到现在也都好朋友，那奎元呢也是那个水泥厂的那个做厂长哦，也是非常杰出哦。那纪玲姐是那个人资的主管。好，那片呢其实是也是非常有纪念性的哦。当时我就跟 Roger 讲说我们一定要还是有一个记忆点，于是呢我们就设计了这样一些当天与会。那我们当时有一个诉求，就是能够那个超越就108条好汉能够聚集，所以我们当天呢真是毛起来动员，本来以为是不可能做到，结果真的有聚集了109位的 PMP 跟准 PMP 的与会啊。那这个是我的一个分享啊，希望呢大家那个能够带给那个大家一点不同的一点记忆点。那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就是所谓的五星连线啊。五星连线是一种祥瑞之兆啊。那在这里呢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么五星连线的这个晚上呢，大家齐聚在这里哦，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缘分。所以我在这里也祝福大家哦，都有在未来的日子里面都充满祥瑞。那也祝长虹生日快乐，谢谢大家。好，谢谢春姐带来我们的传承这样子。那在当年其实长虹那一年只有159位这个学员，但是我们就109位学员的出席，所以可见长虹的共好是在我们第一年就已经这个生成了。那共好直到今天都还是长虹的这个代表。那谢谢所有这个长虹这个老朋友跟新朋友的这个勉励。那今天在线上有非常多的这个老朋友，像也看到了秀花姐也是春姐的这个同学。那大家看到我们第一届的同学到现在可能都还在持续的这个聚会，那也期望所有的这个 PMP 所有的学们都持续的把这份共好那延续到你的工作、你的日常、你的生活上，那我相信台湾就会更美好。谢谢纯姐今天带来的这个祝福跟勉励，来祝福纯姐在事业上越来越跟高峰这样子。下一个位置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那个这个专管理其实对我的人生实在是充满意义。像我在从去年开始到七月份到现在大概一年的时间，其实我跟公司老板跟团队们的努力，在这个一年多的一年初一年又一个月的时间呢，其实争取了十个左右的十个标案。
那大概180亿的金额，我觉得这个也是过去这样累积这个专案管理的一个实务经验还有理论，那包括 PMP 包括敏捷、哦、这其实把它内化之后其实在工作上是帮助非常的大的、哦、以上跟大家分享，谢谢。好，谢谢纯英姐。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到我们这个讲师团队的这个分享，那我想蛮多讲师在线上的，也期待他们可以那所有的常红讲师都跟着常红一起成长，在镜头上看到的讲师也大部分都在这个场上，那接下来我就要把时间给这个光明老师来跟我们做这个讲师的这个分享。Okay, 来分享一下这个讲师的，那其实在今年很特别，今年在 PMI 里面也首度对长虹来做这个所有的这个认证，其实这是 PMI 今年也蛮特别的一年，就是过去可能 PMI 就是讲师们就可以授课，那今年其实我们也很辛苦，就是所有的老师们都要经过上课我们才可以教学所以今天我们就请了所有的讲师来跟大家做这个勉励的这个部分。好、okay. 那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这个光明老师，那也交给所有的这个讲师团队一起来跟大家勉励跟祝福，那首先就是我们的光明灯老师。 OK， 好，那非常谢谢 Roger 跟丽秀以及长虹的讲师，更感谢长虹的学子们在这十年来给长虹非常大的机会跟舞台，然后跟帮大家来做服务、哦、那我是长虹的讲师光明老师，那非常感动哦，819如同刚刚纯英所说的就是吉祥之日哦。那819其实这个日子在我心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它代表长虹在十年前在台湾这边正式的一个诞生，以及推动一个所谓的共好跟专业的一个传承，在台湾来培训 PMP。 那 我想这线上所有朋友们应该大家都能够理解Roger 老师当初的一个志业，就希望在台湾遍地开花，让台湾整个的一个土地里面充满了一个人情味跟大家彼此共勉的一个岁月。那我也非常的荣幸有这个机会能够加入长虹的一个团队，那跟着 Roger 的步伐来推动这样的一种信念，那的确也创造非常不朽的一个传奇。那我相信十年来总共5800个日子哦，那所有的长虹的学子们那都感受到这个共好的一个精神，那我也相信未来有更多的16年，那也这个感谢所有团队们的帮忙跟 Royal 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共享这样子一种荣耀，那我相信这个荣耀都是属于所有长虹的学子们以及长虹的团队，那更这个感谢 Royal 跟丽秀在台湾这边帮着大家建立这样的很好的平台。那我相信今天的日子大家在线上是一个这个生日趴，更代表一个更大的意义，就是说那有这样子一种点跟点的一个连结，大家情感上的这个连结，为整个的专案管理的一个未来跟台湾或者是全世界专案管理的这样的一种领域注入更多的一个意义更多的力量，相信大家系的未来将会创造更多的16年，那也创造更多的一个春夏秋冬的岁月。 OK， 那预祝大家身体健康，也祝长虹未来这更创一方的一个高峰感谢大家，谢谢。谢谢光明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了这个我们的这个资深的这个建文老师也跟大家做这个分享好吗？啊，建文老师在吗？我在。好。哇，好。我今天有听到声音吗？有听到。好，大家晚安，大家好。好，我现在是左手一边在加班，然后右边就一边来参加这个长虹的生日趴。我很犹豫，因为我觉得今天收到那个 Roger 今天寄来那张图案，然后我很努力的说搜索那天的819那个活动里面我竟然在里面，那唤起我好多好多的回忆，所以我觉得今天无论如何我要把这工作带回家，然后一边加班还能一边参加这个生日趴那刚刚看了那个纯英的分享，我真的唤起我好多好多的回忆啊，应该
16年前，16年前，我记得那时候，在16年前，我跟 Roger 大概在同一个时间接触到这个 PMP 这样一个东西，然后我记得我跟 Roger 还一直在想办法说啊，高雄怎么没有这样子的课程可以上，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是透过 Roger 共同的朋友，然后有了一个机会去新竹，所以我几乎是每个礼拜往返，每个礼拜往返通车到新竹去上课。好，那也没有想到后来 Roger 就投身在这个 PMP 的事业，而且在做了这么成功，在16年之后成为这个培育了有台湾有15000多人的这个 PMP 这么一个令人惊讶的，而且是非常高成就哈。然后今天特别看到今天还有一些我在十几年前吧，我是97年前到94年这段时间有担任过长虹的专案实务的讲师，有担任过 Project 2007吧这个软体的讲师。那也是因为97年之后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就必须暂时离开这个长虹的讲师的大家庭。那很高兴今天在今年这个时间我又有机会重新回到这个团队，然后又重新在今年的3月份又重新拿回了PMP CSN 还有 ACP 的证照。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生真的很奇妙哈。那我刚刚在看，如果记得不错的话，那一天的819是不是还跟几个讲师们，我们还有在台上有秀过一段舞蹈，我忘记是不是那一次了。好，我记得我至少跟嘉祥吧，有还带了那个假发是不是？对对对，那时候还是夏威夷服。嘉祥的女儿当做我们的舞蹈老师，然后我们花了几个晚上的时间在练舞，那个真的是我的这个处女秀。好，总之我觉得跟着长虹，跟着丽秀，跟着 Roger， 我们一起挑战很多很多的在当时台湾的不可能。好，我真的也是非常非常佩服 Roger 跟丽秀一路走来的这样一个毅力跟持续力。好，祝长虹这个生日快乐，也祝 Roger 跟丽秀还有在座所有的讲师学员伙伴们好更上一层楼，好有更好的明天。谢谢。好，谢谢建文老师的这个祝福。那接下来我们请我们最资深的这个从那个爸爸教到阿公级的这个嘉祥老师的这个分享。好，嘉祥老师在吗？今天蛮多人都在 PMBOK 7的会议的。好，嘉祥老师。那真的非常高兴哈。那纯音节就唤起我们很多的美好回忆哈。那光明哈，那我们跟这个建文哈，真的在台上有跳过舞啊。那时候还跳了这个500的那首歌，是不是？纯音还记得吧？所以感谢长虹跟 Roger 跟丽秀哈，这16年来的在台湾的 PMP 哈，还有专案管理这个领域，那给大家创造这么好的一个园地哈，那这么好的一个空间哈，那真的是。回头看过来了，那看到每一位老师那都成长了，那纯音已经升到副总了，那光明也是公司的老板了，那我最大的成就就是有5个小外孙，所以我们在 Miro 的祝贺里面我就贴上5个小外孙献给长虹的礼物，那绵绵延延，那从我们的 PMP 到 ACP 到 CSM 到 CSPO，然后到后面的 N 多的证件，那真的非常感谢这个 Roger 跟丽秀，然后带给台湾这么多伙伴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环境，那让大家能够一起成长。我相信这个16年，那当然我不能讲说160年了，那我们大概第二个16年很快就会到来，那在这里恭贺长虹这个生日快乐，然后所有的老师所有的伙伴们都平安快乐，那健康，谢谢。好，谢谢嘉祥老师。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安娜老师，我们的魅力讲师安娜老师，我们最有气质的长虹老师，请安娜老师跟我们分享。好，谢谢立秀，立秀这样讲就不敢讲话了的。不过我觉得今天很高兴看到很多真的是前辈，之前我都每次遇到学员都会很骄傲的说我是长虹第二届的学员，对，现在发现哦被打败了，现场还有很多第一届的学长学姐们，而且其实还有嘉祥老师也是我的老师，对，所以会觉得说嗯，这个真的是一个缘分。然后其实会加入长虹这个也是这个要追溯到我其实跟怡起有点像，我是为了要标一个那个美国康宁的案子，然后因为我们公司的人就是收到美国寄来的，就是应该算就是他们的 SOW， 然后就会发现哎，怎么白底黑字看得懂英文，但是答不出要说就写不出要写的东西。那因为我们老板认识 Roger， 所以当下就快点商请 Roger 来帮我们大家恶补一下，就想不到恶补完了之后，然后大家也是拼拼凑凑的，然后就把标案就把一整个提案书也完成了，然后也顺利拿下了康宁的这个案子。对，所以就是因缘际会这样就知道了原来有专案管理这样的一门学科在。那后来我们公司也是一样，就应该是 那一次吧，第二季我们好像有四位同仁一起去参加就是 PMP 的一个课程，那后来当然大家也是陆陆续续就考上了。然后之后我是那个很不能说是好学生，很皮的学生，对，不参加共好读书会，然后也是在一年的期限之后才刚刚好一年 期限到了才考上，对，因为我算得很准，那时候反正就是有一些事情，所以就是安排正好在一年之内就是 考上这样。然后考完之后也是非常巧合的，好像那时候正好长虹开始要建立题库吧，然后 Roger 应该也只是在线上随便问一句，问看看大家对题库有什么建议，然后我也是随便就回了一句，就 Roger 不知道怎样缘分吧，他就忽然说那你就是我要找的人，然后所以我就加入长虹了。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是缘分，然后也非常幸运的可以这样跟着长虹一路成长，然后也学习到非常的多。因为我觉得立秀跟长虹都是很愿意分享的人，然后还有所有的讲师，所有的讲师同仁，我的前辈其实都非常的提携协助我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加入长虹这个大家庭真的是一个还蛮幸运的事情。对，然后也因为加入长虹，然后除了讲师还有题库上面的一些事务之外，也跟着 Roger 做了很多翻译的事项，然后也认识了很多翻译志工，然后也因为这样就是渐渐的对于翻译也越来越有兴趣，然后当然也就是学习到了一些技巧什么的。对，所以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工作，可以让你边做边学，然后提升自己的技能。对，所以非常感谢长虹，然后也在此祝福长虹生日快乐，然后希望还有一个第二个16年的庆生可以跟大家一起共享。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安娜老师。好，那接下来我要邀请到我们非常重要的这个郑普老师。郑普老师在吗？我有在。好，好，大家好，大家这神等级的讲师出现了。如果私下认识我的话就会知道说我最害怕这种场合，因为平常啊在教总复习的时候啊好像讲得头头是道啊，但是一遇到这种场合就是大概几个字都讲不太出来，也不知道该讲什么，然后讲话就乱七八糟。好，那我是在民国95年11月的时候参加长虹的台北班第六届的 PMP 课程，然后从96年1月开始就应我记得是立秀的邀请，然后就加入长虹担任讲师，一直到现在。我刚刚算了一下已经超过14年了，当在长虹任讲师已经超过14年。不过啊，这个年资在这里好像根本不算什么，因为在我前面的前辈实在是太多太多了，那也很有幸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参加这个线上趴。那这
十多年来啊，我觉得我真的最感谢的就是 Roger 跟立秀。那除了让我有在长虹担任讲师的机会之外，也是在这十几年来陪我成长，陪我茁壮。那不管让我在教学，然后在工作上面，都从一个涉世未深的毛头小子，然后一直历练到现在，那稍稍的有一点的工作经验，也稍稍有一些教学的资历、哦、可以用来说嘴一下这样子。那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们两位这样。那但是我还是很想讲说，就是在座的大家其实应该跟我一样感同身受的，就是接触长虹，参加长虹呢，其实最大的收获啊，除了 PMP 本身的专业知识跟这个专案管理的手法之外啊，那其实认识非常多的优秀的前辈同辈，我觉得这个是在人生当中最有价值的收获之一。那我觉得可能没有之一，像我在这过程当中，然后认识了很多很优秀的讲师，也成为很好的朋友，然后也认识了一些学生，彼此在私下也都成为很好的朋友。那他们也都在我的人生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很多人都一定心有戚戚焉、哦、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长虹带给我们最大的价值，而不是只有专案管理的知识而已。那最后当然就是祝福长虹未来还有好几个十六年可以过生日，然后也希望大家都事业顺利，然后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好，那我就讲到这边。好，谢谢我们的普普神。好，接下来我们要请到我们的这个柳丁老师。柳丁老师在吗？在看到我哈。 OK，怎么这么快就叫到我？我想说还有其他的讲师应该在我前面，因为我是最资浅的，我的资历非常非常的浅。不然大家说像今天是庆祝16年的长虹生日，我在长虹从担任讲师到现在大概还不满八年，七年多，快要满八年，再几个月满八年。我还记得我是在2011年的时候，我是2011年的11月26号加入长虹的阵容，是个学生，那时候是个学生。我是北64的第五组的组长，后来被选到都做班带。然后呢，我还记得那时候记得很清楚，我第一堂课受到 Roger 老师的震撼教育。后来经过了何伟老师，何伟老师对我来说他的温文儒雅的形象我记得很清楚清楚。还有刘开啊，刘开老师那个他幽默风趣啊，讲的东西头头是道。还有嘉祥老师一些古文的那个引经据典，在我的脑中印到非常非常大的那个印象，就是觉得哎，这些讲师其实在讲台上面能够讲的头头是道，同时他们知书达理，而且我真的对我来说，他们就是我对于人生一个成功的那个未来的奖项。我直接幻想说，哎，我如果能够像他们这样子，将来能够站在台上讲课的话，也是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肯定。所以我有当时我有立下一个志向，说我希望能够将来能够像各位前辈一样站在讲台上。后来还经历到光明老师的那个幽默风趣啊，光明老师的讲的那个能够带动现场的气氛，到我到现在好还是在追寻的目标跟那个理想。我到现在还没有追上他，他实在太厉害了啊！最后遇到郑富老师，那更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他的解题的精要，还有他对于课程的分析跟整理哈，实在是望尘莫及。我到现在每天都还在，如果有机会看到他，还是要跟他学习。在结束了课程之后呢，也是跟其他讲师，大概跟其他讲师一样，我都有担任过那个教练的机会。当了三业教练以后，受到Roger 老师给了一个机会，我在2013年年中的时候跑了一趟长虹，去做了个试教的动作。后来长虹给我了一个机会，我就开始加入大家这个讲师的阵容，一直到现在将近八年。我很高兴也很感恩的，谢谢哈，能够长虹的 Roger 老师跟立秀能够给个人一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奋斗，一起成长，然后在这段时间之内的持续的能够跟着长虹的脚步，把国内的产业界能够持续的给一些正量的质变。很高兴能够参与这个运动，然后成为一份子，然后也当然很高兴啊，这段时间之内我也认识了很多很多业界的朋友跟前辈，得到了很多的经验的交流跟分享。像刚刚各位提到的一些人，甚至刚刚出现的哈，我可以你看到纯英姐，我应该叫学姐哈，其实我一直都不知道她是这么少见，首届公开，但我知道她是很早的长虹学员，其实我到今天才会知道哈，之前好像没有聊到这些事情。还有那个百战百胜的仪器啊，仪器对我来说她也是
个inspiration， 就是一个动力的一个来源。我常常看到他在准备一些东西，像他现在在教练辅导这方面已经超出已经在国内已经算是应该算第一把第二把交易的。如果他说他是第二，我相信没有人敢说是第一啦。那很高兴能够在这个机会能够跟大家一起学习一同成长。然后我也祝长虹能够未来能够持续的发展，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能够让这个产业界能够越走越好，能够让大家一起努力。也很高兴的能够在这一段期间能够在敏捷之道道路上被长虹的持续的努力有一些贡献。然后谢谢大家，然后希望大家努力的给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时间之内能够持续的与个人指教，我也希望能够一起跟大家一起努力往前奋斗。好，谢谢大家。好，欢迎大家加入台湾敏捷部落 AG One 时光社团。谢谢。好，谢谢柳丁老师。那接下来请到那个何伟老师，就是刚刚柳丁口中兀儒儒雅的老师，就是我们的何伟老师，我们的型男讲师。何伟老师在吗？哎，我在。好，在这里。哦，这个我刚才蛮惊讶，原来我教过仲安老师，不知不觉变老了，是不是？我打个岔，你教过我两堂课，你是唯一一个长虹讲师在 PMP 的时候教我两堂课的讲师，我记得很清楚。哎呀，谢谢你，当年谢谢您，谢谢。这个教学相长，我现在从你身上也学到非常多的东西了。那我觉得趁这个机会，我觉得可以回想一下这些年没有再回想的事情啊。我也是长虹的学员哦。我刚刚就回想了一下，我还去查了一下资料哦，确定那个年份没有错。我是2007年台北十一班的学员哦，那时候我还记得我们那队叫做药师队。那在，但是讲到这个因缘机会，老实说，我必须要提到一个，就是对我来说是带进这个 PMP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啊。那他现在已经不在了，然后就是一个。就是李纯豪、哦、他是我也非常要好的朋友，那也是因为他的介绍我知道了长虹，我也知道了 PMP， 所以我才来那一年北十一班是他当教练，所以我就决定去报北十一班，然后在他的辅导之下也顺利的考上了 PMP。 那也因为他做了一个榜样，所以我也自告奋勇的在就毛遂自荐说我毕业我考上证照之后我也可以当，我也愿意来奉献我的时间来当教练、哦、然后所以我也就在北十三的时候我就当了教练。我还记得那时候 Roger 老师有回我一封信，他说你当教练很可惜哦，你应该来当讲师，你要不要考虑来当讲师。所以后来在2008年的时候我都还记得，我现在想起来以前你知道这记忆就是这样子哦，他你以为你没有再想起来过，可是原来他在你的脑海里是一直都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我都还记得在2008年的时候，跟那时候 Roger 老师到台北来上课，我还跟他约在他在士林下榻的酒店，然后跟他聊了一下说有关于加入讲师团队的可能性。后来也一样到高雄去试教，我还记得那次试教非常的紧张，然后之后就开始一路参与了长虹的这个，应该说这后面13年的发展，我觉得我很荣幸都能够参与其中。所以回想起来，转眼间我已经从一个33岁的人变得快要50岁的人了，啊，这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变大了啊。对对，我们一起变成熟，我们一起变得更好，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事情。那我必须说，在这段过程当中，我觉得虽然说长虹讲师的身份一直都是我的斜杠人生的一部分哦，那但是我必须说，在长虹的这些年来13年，我觉得我真的学到非常多的东西。我觉得最特别的是，我觉得我很讶异，就是像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团队，其实就是真的就是敏捷当中所强调的虚拟团队啊、哦，就是我们其实大家所有的讲师都没有太多的时间，老实说一年可能就是讲师会议讲师旅游的那一次见到面，甚至有的时候因为大家忙，有的时候没有参加讲师旅游的时候也根本就都从来没有见到面，但是大家却可以每一天都在 LINE 的群组当中不断的交流意见，不断的因应所有这些年来 PNP 所有的变化，我们马上做出的回应，然后马上随时组建团队，马上开始分工，然后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教材改版，我们都能够在如期的如职的然后把这些艰巨的任务给完成，可是我们几乎都没有见到面。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神奇的部分哦。当然是一方面是我觉得长虹的讲师们都非常的优秀啊，
哦，我之所以是优秀是大家的那种共好的态度，还有大家接受了这个使命之后的那种使命感跟热情，然后在 Roger 的带领下，我觉得真的是我在这辈子当中看到最棒的，最有怎么讲，你不能说是凝聚力，而是他非常有一个自动自发的一个成功的态度在运作的，所以我觉得我很荣幸在这个团队当中，虽然很多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的贡献没有非常多，因为我实在太忙了，所以常常看到大家有很多的时间在讨论，但是我只能够在一部分的时间去贡献我自己的微薄的心力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觉得很惭愧，但是又从大家身上学到很多，我觉得非常的高兴，也觉得很庆幸自己能够有这样子的，在人生当中有这样子，现在是13年，我想以后应该后面的日子应该都会跟长虹就是紧紧的绑在一起吧，我希望是这样子。好，那所以最后的我是要再次的谢谢长虹，然后也祝福我觉得不管是在下一个16年或者如何，我其实我相信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长虹在台湾会是专案管理，我不讲 PMP 了，因为觉得专案管理涉及到非常多的证照，我觉得会在专案管理领域当中，我相信它永远都会是一个传奇，也会不断的在创造更多的经典，创造更多的令人诧异的令人赞叹的一些成就，这是我对长虹的祝福，然后再次谢谢天上的李淳豪，谢谢。谢谢何伟老师，那淳姐要不要回应？淳姐没有声音啊？没有声音吗？啊，有了。我说谢谢何伟，还想到我弟弟。其实那个台北有很多的 PMP 的伙伴都还想到。我记得前两年吧，有一次台北的他的同班同学，他有帮他们同班同学做了一件制服，那个到现在的他还保存的非常的好。谢谢大家记得我弟弟，谢谢。谢谢。好，接下来我要 cue 一下我们的这个家属代表，就是明义老师的这个老婆小娟姐。那然后我们请小娟姐一起成长，然后小娟姐的小朋友到现在哦，也变成这个我看到20岁的生日，已经是琪琪20岁的生日了。接下来我请再跟小娟姐跟我们分享跟祝福。好，谢谢丽秀，谢谢 Roger 老师，我是明义老师的建内啊，然后我们家的建外呢，因为明天准备到高雄去出差，所以这两三天都不在家，那就由我们来照顾家里的阿公阿妈。那我很感谢长虹能够给我们家这个很大的转变。那我先生呢，他以前就是有这种一阵子就要学点东西的习惯，所以当他有一次跟我讲说，哎，我报了一个课程，然后我想去考一个证照，那这个在我们家来说没有太平常，可是他告诉我说这个光是上课费用就3万多块，然后我就3万多块，然后我说那你有申请外训吗？他说没有，公司我最大，怎么可以申请外训，所以我就说哇真的，那你要好好认真。结果他真的很认真，我认识他这么多年，我没有看过他对读书这件事有这么投入过，而且每一次上完课或是考完试，他会积极的投入共好，然后呢对于学习有非常大的一个热忱。那也在认真的学习之后，考试那一届刚好他考上了榜首，所以Roger 老师那时候就问他说，那你要不要来教一下书。所以我们家的建外就这样意外的走入了补教界名师的一个领域，那也开拓了我们全家人的视野。那我现在手上这个呢是96年度最佳新进讲师新人奖的一个奖牌。好，这是我们家先生非常非常骄傲，而且非常的开心的一件事情，因为能够在长虹然后这个讲座是很尤其在高手这么多的一个领域里面能够拿着讲座真的是不简单，所以他很珍惜这样的一个荣耀，然后也很欢喜，然后很喜乐在这当中跟着长虹一起学习一起成长。所以我们非常谢谢长虹，而且我们家从第一年的讲师会议就一直参加到现在，我们的孩子们都非常以长虹为荣。然后在这边也祝福长虹生日快乐，
未来有更多个16年、32年、48年等等继续在成长。祝福长虹生日快乐，谢谢。谢谢小娟姐，要不要请琪琪跟大家分享我们的20岁的这个琪琪。等一下，二十岁是燕慈，他是老二，燕慈琪琪、哦，对，琪琪已经21岁多了，对，哇，他现在不在家，在台中，对啊，很快小娟姐要当阿嬷了，不要那么早，对对，不要那么早，慢慢来，慢慢来，对，谢谢谢谢，啊，谢谢小娟姐，这是我们的这个，就像郑富老师每次说，在场里面只有Roger 老师是专职的，那所讲师其实都是兼职的。那这是Roger老师的当初的这个期许，就是希望讲师们都能够有足够的这个企业的这个实务的这个经验，那带给学员的不要只是一个知识，而是把他们的这个经验能够带给所有的这个学员。那每个老师都是学员的榜样，那在场不只考证照，而能够做专案。所以在这边也非常谢谢所有讲师团队对场的全力的支持，那也让大家学员不只能够学到知识，也能够应用在这个身上。那我想讲师们都是学员最好的，尤其是这个典范跟榜样。好，那接下来我要介绍是我们这个教练的团队。那我想今天我们时间不停歇，那希望让每个人都可以说说话。我想很难得在场有这样的一个聚会的这个园地，那是可以让大家都讲话的。所以在今天如果大家愿意的话，我们就持续在这个平台上，那持续做我们的这个交流的部分。好，那接下来我要请到我们讲师的团队。那我想最资深的号称如果结婚的时候会一个礼堂的参加的人员，因为他辅导大概超过300个人次，就是我们的这个森达夫老师。好，我们请森达夫短扣位来跟大家做这个祝福跟分享。好，各位老师，各位也先祝福长虹生日快乐哈。那应该知道，我现在应该还在公司加班呢。哦，啊，我是从北32，就是2009年从大陆回来后加入长虹学习哈。那从北35后开始辅导哈，那一直辅导到北96届吧。那后来的话，老友老师就有邀约我就加入来做一些教授的工作。那我想在长虹这边，就是刚刚丽秀姐这边特别提到，我们在实务中其实把我们在长虹所学以及所教授的，不管我们在专案管理的知识或是一些专业的一些实务经验，其实都有把它融合进来，这个得到了很好的印证。那其实在长虹这段的辅导跟授课，对我另外一个最大的一个改变跟帮助，就是我面对大量人群做讲话的一些口条或是说做法都其实很有大的一个成长。那所以说我现在在我们公司这边在做一些业务讲授的时候，其实都也可以被号称是一个名嘴的，所以这是我非常感谢常带给我的一个 附加的一个价值。那也非常感谢丽秀姐跟常那个 Roger 老师跟常常对我们很好的照顾。那最后就是也谢谢各位老师对我的照顾，那祝福大家生日快乐，谢谢。谢谢宝科的这个祝福。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持续请一些教练来跟我们做这个分享。那我想比较资深的就是我们的齐勇教练，也是一直担任这个志工的齐勇，可以跟大家做分享好吗？那如果不方便讲话的，等一下可以在你的名字面前打叉。那如果你方便讲话的，大概都会被丽秀姐听到名字哦。所以我们今天不停歇的这个分享。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请齐勇跟我们做这个分享。那齐勇也号称姐夫，那我一直在问他说为什么叫姐夫这样子，后来他发现因为叫 Jeff，所以翻成中文就叫姐夫，所以我们就请我们的齐勇来跟大家做这个分享。谢谢李秀姐，没想到会被 Q 上来要讲话。那我是竹八十的，应该是说这边应该算比较算是后辈。那今天很高兴能够参加这个聚会，然后看到很多前辈，然后很多老师在这边，那也非常谢谢Roger老师。那也很荣幸能够加入长虹这个大家庭，因为在这边就像刚才郑牧老师说，认识很多一路上学习的伙伴，然后可以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成长，一起学习。那最后祝长虹那个生日快乐，然后希望有更多的16年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庆祝。
谢谢。谢谢启用，这也是应该引起很多的证照的同学啊。啊，那接下来我们再陆续的邀请比较资深的教练，像那个李静教练。好，李静教练可以讲话吗？哎，各位前辈好，我是李静啊。其实我是已经很后面的这个学员跟教练了啊。这是我是在北一三届加入长虹，然后取得证照取得这个 BNP 的啊，所以其实就是持续的不断的在学习啊。那其实就简单哈，祝福长虹生日快乐啊，希望长长久久啊。那也看到前面Roger 老师分享的 PNBug 第七版的这个改变啊，我相信这个 PN 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啊，长虹的路啊是未来是无限宽广的。那就先简单好，先跟各位这个祝贺长虹生日快乐，谢谢。谢谢那个李静的分享。那接下来我要邀请我们非常特别的一位小白教练。那小白教练过去一直很忙，但我们教练现在已经是哇公司的这个应该是厂长之后又升的这个高阶的主管。那我们可以请小白跟我们分享，也是采购协会的理事长，也是我们的小白教练，也是长虹的这个铁粉。好，那个小白教练可以讲话吗？应该叫白理事长才对。小白教练，你方便讲话吗？好，那我等一下再 cue 小白。现在好像不能叫小白了。好，那我们等一下再请那个忠诚教练。忠诚教练可以讲话吗？对，忠诚教练好像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好像没有音讯的样子，是不是没有接上那个声音？好，那我等一下再 cue 小白。好，那接下来我们再陆续请大家来做这个分享。那接下来请大家的教练是最近一直在教我们 Milo 的这个志荣教练来跟我们分享。志荣教练好像在读书会。仲教你可以讲话吗？今天北一六三在读书会中，我确定那个志荣教练可不可以讲话。好，他打叉。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请到这个大家自己来发言。好，来点名哦。好，那接下来我要请到那个我们一样很资深的这个教练，然后是我们这个那个叫也是我们在明杰部落非常重要的一位教练，就是我们的国强教练，他是我们那个共笔高手。各位老师，各位前辈，大家好，我是那个北一四四的学员，他同时现在目前在担任那个教练。那我在这边要祝福那个长虹生日快乐，然后在 Roger 老师的带领之下呢，持续成长茁壮啊，谢谢大家。国强，要讲一下工作上的这个心得。工作上的心得，PNP 对我来说，它不只是工作，它也是生活啦。那在我应该是前年，北一四四应该是前年，有点忘记了。就是学了 PNP 之后，我就把它应用在我的各种的生活的情境上面，连出去吃个饭，我都要想什么，比如备案啊，干嘛规划什么活动，全部都以那个 PNP 的形式来做思考。那在工作上的时候，其实以前真的也是很讨厌客户一直变，因为我是写软体的。那但是自从因为考了 CSM 之后，就发现我的确是应该要拥抱变更。那个心态一转变之后呢，你对于处理事情的方式就变了，然后也会像那个以奇老师说的，客户变更就跟他收钱，那你心里就会平静很多。那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循环，就这样，谢谢大家。听得到声音吗？有听到声音了，太开心的嘞！不好意思，太好了，打断了。对，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给这个重量级这个分享，应该叫白理事长，不小心都叫了小白，请恕我这个不礼貌。不会，在长虹原地叫我小白，才知道多久前认识我的。是哈，是。我。在场前辈太多了，那我是足六五，然后一直以来真的就是很佩服那个 Roger 老师，超人啊，
哦，跟那个最强的巴古，哦，我们艾莉讲，哦，所以立秀教练这样服务这么多人啊，你看我从足六，然后被他们感动了之后，就一路在新竹当教练带到足一三七，我还记得，哦，那实在是迫不得已，因为后来被人家把棒子丢给我，那采购协会会务太多了，所以实在是没有办法分身乏术，所以就暂时先没有再帮忙带新竹的教练，然后很感佩啦，那也学到很多，那我一直在活用，哦，一直在活用，然后现在不管开会，我想各位前辈大家都应该很有感觉，就是说不管开会还是跟人家讨论，那个逻辑，哦，就是跟人家不一样。哎呀，那个 Roger 老师讲了，要那个盛饭的时候要像个成品人啊，哦，就勾风采，我那个顺口溜都不跟人家讲，但是我跟人家讲这个他们都跟不上。哎呀，那就赢了，对不对？光明老师对不对？好，所以对所以很开心啊，很开心，然后现在好快，一晃眼真的好快，你知道吗？2011还2012上的，我已经 renew 要第四次了，哇，真的好恐怖，那个时间在过好恐怖。唯一刚看到 Roger 老师，然后光明老师还都没变，哇，这就厉害了，这个真的就厉害了。还有所有何威老师也是，哇，好久好久，他就是那种温文儒雅，我印象好深刻，就温文儒雅跟一个书生一样这样，哎，所以不在乎用大家时间，然后祝长虹生日快乐，然后自霸台湾，哦，没有之一，哦，OK， 谢谢。好，谢谢白理事长，谢谢小白教练的一个祝福，这样，啊，也祝福你这个日日高升，我好像升不上去了，怎么办？不要再高升了。祝福这个小白身体健康好了，好，要做好，谢谢，很辛苦。对，要做这个协会的理事长，还要在公司里面做高阶主管，这样子。是啊，谢谢仲安教练哦，哎，讲师，哎，要讲讲师，哎，仲安讲师，哎，那个超级总顾级，可以一起跑步去这样。是啊，是啊，谢谢，谢谢。好，谢谢小白教练。好，接下来我们再请我们的教练团持续的分享。那接下来请到的是我们的翠芬教练来跟大家分享。好，爱丽丝可以讲。哎，有我在，不好意思，我要把背景音乐稍微小声一点。我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轮到我，因为我想说我应该蛮之前的这样。然后我其实是蛮意外进到长虹啊，因为我大概当时候想要考 PMP， 大概想了十年吧，那一直都没有行动这样子。然后在十年后的某一天，突然觉得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所以我又把十年前我找到的那个长虹的资讯，就是又再度点开网站，然后就是痛下决心缴钱，然后报名上课这样子。那对我来讲，我觉得真对我来说，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我目前为止我觉得做的相当好的一个决定。然后，因为上了 PMP 这个课，然后让我对于就是专案管理有更多更不一样的认知跟体验，然后也遇到很多我觉得很棒的老师啊，像是柳丁老师啊，还有光明老师，真的很感谢他。如果不是他，我应该没有办法在六周就是拿到 PMP 这样子，点亮了光明灯，真的。然后柳丁老师真的教给我很多敏捷的概念，然后对于像我这种就是电子制造业的一个 PM 来说，真的很难去接触到这样的东西，就是真的开阔了很多的眼界。然后也感谢志凯教练的纯纯善诱，还是这个让我误入歧途，这样子就开始就是进入这个辅导教练的这个行列这样子。那我其实真心是觉得长虹的学长姐真的都有很大的决心在就是投入在专案管理上面，不管是大家义务的辅导教练啊，或者是现在有的这个社群的分享，就是真的。对我来说，就是可以跟这些前辈们，然后大家一起学习，真的是很荣幸的一件事情。这样子，那所以就是很谢谢大家，然后也谢谢自己做这样的一个决定，然后希望后续以后可以跟大家一起精进，然后有机会可以带领更多学弟妹一起，就是考上
PMP 啊，甚至可能 ACP 或是其他就是相关的证照。那你要不要跟 RMP？ 他们最近在揪 RMP。有，我正在思考。啊，那你可以思考一下，接下来我们要请到什么的医生教练？好，大家好，我其实是蛮一样的 PMP 啊，因为我是去年台南150班的学员哈。然后其实我原本是工程师，我对 PMP 以前就觉得说，因为公司其实有 PMP 证照的人其实不多，那有几个有 PMP 的就觉得他们很厉害，因为他们写出来的那个文件啊真的是令人敬佩哦。所以我当时我就是把 PMP 当做一个遥不可及神等级的证照。然后去年就正好有一个机会，我想说那我来看周边的有几个朋友有考上 PMP， 那问他们在哪边上课的，然后他们就推荐我来长虹，所以我就来长虹上课。然后呢上完课呢好不容易考到证照呢，然后竟然被 PMI 听说听丽秀姐讲说我是台湾有史以来第一个被稽核到要重考的学员啊，所以我就又努力了一下，就又去考了又去重考，就是好不容易才没有再被要求再重考这样子。那其实我在上课的时候呢，其实也没有想说要当教练，然后只是说，哎，教练好像蛮厉害的，好像怎么问都问不到哦。然后今年呢，就刚好就丽秀姐自己来问我说，我要不要当辅导教练？那我就其实当时是想了一下，后来就想说，那来接受这个挑战好了，这样子。哎，然后之前上课的时候也是常常听老师说，哎，他有翻译过 PMBOK 啊，然后好，我就听起来好像也蛮敬佩、蛮神的。然后正好今年 Roger 老师有要招募 PMBOK 的翻译志工，然后也想说那就来试看看好了。然后就正好是几个以前都觉得遥不可及的事，好像最近都慢慢做到了这样子。嘿，然后就是蛮谢谢Roger 老师跟丽秀姐这边，然后我们是就是祝福长虹哈，那个生日快乐，谢谢。啊，谢谢医生讲，他真的是万中选一，是配 PMI 选，所以他的 PMP 证照不容怀疑。好，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到我们的这个小杰克少农来跟我们做这个压轴的分享。我以为是志凯的杰克，哎，志凯好像去读书会了。哦，这么认真？就其实我是最之前的那个教练，然后今天真的很先感谢 Roger 老师跟丽秀姐，然后就是开办就是长虹这个大家庭，然后我真的是觉得就是在长虹，我觉得最多是得到很多正能量，然后我觉得共好真的非常非常让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就是刚开始就觉得说，哎，好像大家就是念书啊，考个证照啊，好像没有要就是干嘛要做那个团队这件事情，然后就觉得哎，好像没什么感觉，可是。就是一两次下工作坊啊，然后上课就觉得哇，共好的力量真的很大。然后到这一次换新版的、啊、ATP， 就是我觉得像刚才很多就是老师啊，然后那个其实然后讲师啊，就是都是偶像，我觉得都觉得很激动的感觉。我就是听了我就觉得好感动。然后就是第一届的那个 PMP 大会啊，刚才看的历史我都觉得。哇，好感动哦！就真的是共好的精神可以延续好多年。那我觉得，可能没有机会参加长虹的过去，但是可以参加长虹的未来。然后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棒的那个一件事情。那我觉得就让其他教练来讲好了。然后还是非常谢谢那个就是柳丁老师，然后那个郑鹏老师，还有。森达夫老师，然后还有光明老师，就是带给我们好多好多就是回忆。然后我今天在写那个米罗看板的时候啊，其实我就是真的有点感动，我自己写的有点想要哭的感觉。就是我想到就是我们考 PMP 啊 PBA 跟 ACP 同班的同学，然后大家一起努力念书，然后也有很多大家一起成为教练，然后就觉得哇，这个就是然后看到长虹从实体班到今年都到线上班了，就是这个转变都很大、啊、我觉得就是这是真的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组织，大家都是义工。那谢谢丽秀姐，然后也谢谢大家，那我就讲到这边。啊，谢谢少农的这个分享。啊，那接下来我们总算回到我们这个学生团队的这个分享。好，那么教练团队还没有讲到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依序的这个来做分享。
跟因为没有编号，所以丽秀姐就让大家有没有谁要先率先发言，或是想要先去带小孩或什么的，如果没有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这样子。那大家也可以这个加上编号好了，好不好？在你的名字前面可以加上这个编号，那我们就依序可以发言这样子。嗯，好，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从这个资深开始来点名这样子，好不好？那如果要先离开的，可以先打开你的这个麦克风来跟大家讲话这样子。我们今天让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分享到。嗯，好，那如果没有的话，大家都很客气的话，我先从我荧幕上的第一位就是将军，将军可以跟我们分享，有没有听到名字就觉得很威的感觉？将军可以讲话吗？好，那将军没有发言。嗯，那接下来我看到的是这个 Emily 对吗？ Emily 可以讲话吗？那大家可以讲一下你偏僻对你的改变，或是偏僻对你在这个因为偏僻让你有什么不一样。我想这是大家都可以互相的来做这个交流的部分。那希望可以听到大家在偏僻上对你的影响，那偏僻对你做了怎么样的不一样的人生，甚至偏僻帮助你什么，那大家都可以以此来做这个分享跟这个交流。好，如果没有的话，接下来我就继续再往下点名。那这个洪瑞可以讲话吗？好，那没有就这个庆明对吗？我每次都念错名字的庆明，庆明要不要跟大家再分享？嗯，祝那个长虹生日快乐，谢谢。没有，你要讲 PMP 对你有什么不一样？而且你考了那个你学了两个版本不一样的 PMP 啊，所以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PMP 学习以后，觉得对工作上比较更有自信一点啊，就是对于工作上，然后学了加上敏捷以后，相关两个知识可以合并在一起执行，那个对工作上其实蛮大的帮助。嗯，谢谢大家。好，谢谢庆明。接下来我们请忠诚分享。哦，大家好，我是忠诚。嗯，学了 PMP 让我觉得就是说，在不论在工作上面或者生活上面，其实有蛮大的帮助的。在面对一些专案或是一些议题或是活动的时候，其实变得比较不会那么害怕。当你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你就有一些很好的思考跟逻辑的顺序，还有一些架构，可以让自己很顺利的进行。所以我觉得 PMP 对我的改变是让我生活工作更顺利的。谢谢。好，谢谢忠诚。那我想先邀请大家一起来大合照好了，因为时间比较晚，所以有些人可能慢慢的就不在。然后像我们虽然是线上的，但是我们还是要一个仪式感，所以邀请大家一起来打开镜头，在这个难得的时刻里面，我们一起来先做个大合照，然后继续来做这个分享跟交流。那看到很久不见的这个同学跟朋友们，那很多人今天还特别去做了 settle， 像 Roger 老师为了819特别做了这个出门 settle 去了这样子，一起看起来也有特别的 settle 了一下。哦，春节也是哈，好，我们一起来拍这个大合照。嗯，好，请大家微笑。那我们就一个画面，就一二三，我们就一起来，一二三。好，那这是一个温馨的夜晚，老老师你可以拍一下下哦。老老师最能够帮助我的就是拍照。老老师，你有拍一下下吗？拍了哦，等一下再拍一张，等一下。我先找地方放，要放哪里呢？教练群好了。好，再一张。好，来，三二一。啊，老师再一个小小要求，我们来学 Roger 老师、看右上角的姿势。来，大家打开镜头，来，来，右上角，好，这边。OK， 好，来，好，来。三二一，好，我们教练，好 ，OK。啊，老蒋还是什么要求，或是教练什么要求，大家一起来玩的。好，
OK， 有没拍照吗？那我们要不要比个赞啊，老师？好，比个赞。好，来，三、一。好，那我们继续来做这个小小的分享跟交流，这样子。接下来我请到我们的这个婉玉，好吧，婉玉来跟大家分享。婉玉是新科 PMP， 嗯，婉玉可以讲话吗？哎，有听到我声音吗？有。哦，对，我是北一六一届的婉玉，然后才刚考上 PMP 不久，然后今天很开心，就是可以遇到长虹的16岁生日。然后其实考上 PMP， 必须要说，如果你是做 PM， 不管你是在哪一个行业，其实我觉得 PMP 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尽管就是现在我们大家就是不断的在拥抱敏捷的这些新手法，但是 PMP 这些基本的知识其实对于 PM 来说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共通语言。所以其实在学习这个知识上，其实你会在跟其他 PM 交流的时候会更方便。所以我觉得就是不管你是 PM 也好，或是 你是其他的角色也好，然后知道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棒的。对，然后在这边也是祝长虹生日快乐。好，谢谢婉玉的这个分享。然后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到是那个佑成，是吗？佑成，佑成可以讲话吗？可以。大家晚安，我是佑成。那我也是在七月的时候才考上 PMP， 所以是算是刚新手了。那其实学习 PMP 除了就是说工作上的应用有很大帮助之外，就是其他生活领域上也都有可以利用 PMP 的这种概念来去做一些落实或是帮助。那另外我觉得更重要就是说在敏捷的一个观念上，因为它可以应用在工作上，就是说跟 PMP 做结合，那对于工作的一些执行上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所以这个是在之前还没接触到 PMP 课程之前是都没有比较没有的一个概念。那这边也祝福长虹业绩一路长虹，谢谢。谢谢佑成。好，那接下来我要邀请到是一位贵客，是我们的这个曲心。那曲心现在人应该在中国，对吗？曲心，你可以讲话吗 ？Hello， 听得到吗？有，听得到。嗨，来自这个没有想要讲话的。哎，你一定要讲话的，我怎么不可能？我怎么可能不 cue 你，对不对？恭喜长虹，那个，我讲一下曲心的故事。曲心的 PMP 是我们好像历经了一些波折，然后曲心的 PMP 本来失效了。所以后来好不容易就把 PMP 又救回来，所以这是一个传奇的故事这样子。那我们也欢迎那个曲心，曲心也是一个这个财务专家，所以我们要多听他讲话。然后我们请曲心跟我们这个祝福跟分享 PMP 对你的改变跟PMP 带给你什么样不一样的人生好吗？谢谢，先祝长虹生日快乐。然后先要谢谢 Roger 老师，考上 PMP 其实是人生的一个插曲，然后考上了之后，这个 PMP 带给我的是很多的回忆。今天听了很多人谈到共好，哇，我就想起我们共好那每一个片段。今天我都是一直都是用听的哦，然后很所有的这个老师啊所讲的这个内容啊我都看不到画面。Roger 老师讲的很精彩，我就好想看，我怎么看也看不到。然后也要谢谢立秀，因为我这次 PMP 能救回来真的很感谢他给我的帮助跟协助。是因为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在家里很短的就是我婆婆走了，那很短的时间内又出现了其他事情，孩子又受伤，所以就人又在大陆，所以就没有顾上。那么哎呀，就是一下子发生很多事情就顾不上了。后来抢救回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宝贵的抢救经验，抢救了一个证照，所以特别珍惜它，也一直在维护着它。
好，刚好这是正逢八月份又要 renew 哦，我来看一下我是不是也在那个时间点上。然后PMP 带给我生活上有很多的精彩，还有一位是我人生很难忘的一位导师，就是纯英姐。今天听到你在上面分享，好想看你分享的一些画面，虽然那一些我过去都没参与过，因为我这个资龄比较浅，因为第一届嘛，我是34届哦，所以追随着这个学习的精神，很感谢，也祝福长虹，祝福 Roger 老师、丽秀，还有纯英姐，还有祝福大家啊！今天这个线上还有好几位以前教我的老师呢，我觉得一个个念出来就有点长了，有点晚，然后把时间留给其他的同学，谢谢你们，谢谢，祝福长虹。那我们后续有影片，我再把影片给你，可以补看这样子，OK， 好，拜拜。好，那接下来我们在画面上是谁的这个要来跟我们分享？好，这是曲。好，画面上是谁呢？好，那接下来我要请到是那个易宝来跟我们分享，好不好？易宝可以讲话吗？好，大家好，还有 Roger 老师好，丽秀好。大家都叫丽秀姐，但是我发现我应该年纪还比你们长。那跟各位分享一下，我其实也是大概在十几天前哈、考上了这个 PMP 证照。那时候我的家人都说我好久没有这么认真考试了。从考上研究所之后，我是真的非常认真。那为什么会这么认真？因为我觉得长虹的这个这个共好啊，这个所谓的这样的团体学习啊，对我非常的有激励效果。因为呢，那个每天都看到有人叫做这个摘金摘金，无形当中就给自己蛮大的一个压力。我就觉得说，因为我在公司里面也担任一些客户的 PMO， 也做了蛮多年的。我觉得说，我好像没有拿到这个证照，也是蛮对不起自己的。所以我就会给自己这样的一个压力哈、给自己这样的一个动机来学习。那这个证照呢，刚好对我在前几个礼拜刚好有一个因缘跟各位分享一下。因为我也在这个资讯经理人协会担任理事哈、那时候呢，我们这个理事长呢就说，我们有一个法院啊、有一个资讯的一个案件哈、需要有一些人来帮忙做一些仲介 ，OK， 那希望说我可不可以参与？那时候呢，我第一个印象本来想说，实在是很忙啊、不适任。可是我突然之间，我突然想到说，我不就是前几天我刚好考上了 PMP 吗？那我刚好可以把这样一些精神啊、制度啦、framework 啦哈，可以用在来判断这个客户的仲介上面有没有一些疑问，所以我就很，就当下我就说好，我同意，而且我在上面要写这个履历的时候呢，就很自豪的写上了 PMP 三个字，我想说这个也是感谢这个整个长虹的这个老师啦哈，还有这个同学们哈，大家一起这样的一个努力。那另外也跟各位分享一下啊、那我刚好也是跟长虹的同样的狮子座的生日，那我今年觉得最好的一个生日礼物就是帮自己赚到的这张证照。那祝福大家啊、身体健康，祝福长虹呢这个生日快乐，谢谢大家。谢谢易宝。好，那接下来要请到这个四字来跟我们分享好不好？四字可以讲话吗？可以。非常感谢罗杰老师跟艾莉姐。那我应该是认识罗杰老师，应该是在我在日月光的时候，对，因为我上过老师的那个 QC 七大手法，那时候的新人训练就是罗杰老师上的。应该在场应该没有人有机会上他，当时候在日月光的 QC 七大手法，对，那这还有就是之后呢，增加了很多 Roger 老师跟 Ellie 姐这边很多的一个活动，那也受到 Roger 老师跟 Ellie 姐的很多很多的帮忙，
那我在这边祝福长虹生日快乐，那感谢所有人，那感谢罗杰老师跟艾莉姐，谢谢思思的分享，接下来请那个静泽教练跟我们分享，这是我们的幻症天王。然后静泽教练可以讲话吗？这样有听到吗？有的。很高兴今天能够碰到长虹的这个生日，然后祝长虹生日快乐。然后幻症的话，有帮助过很多人，那也接触到不少，也认识了不少同好，然后也感谢长虹能够有这个制度，让我能够触角更广泛的去认识一些学长啊，或者是学弟啊、学妹啊，这样。好，以上报告完毕。好，谢谢这个静泽教练的分享。好，接下来我要 cue 那个我们年轻的这个 Kevin， 在他26岁，他就考上了应该有两条龙的这个证照。我们请 Kevin 来跟我们做这个分享。Hello， 大家晚安，谢谢 Ellie 的介绍。然后还没有到两条龙啊，就是大家那个前辈们的教学还有这个带领，所以说其实蛮轻松就完成这样子，可能对别人来讲是伟业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其实就是把我过去跟着 Roger 老师还有 Ellie 等人的这一些经验，然后放在考试上面去完成这些考试。好，那因为我其实刚刚才开完另外一个会赶过来，所以我不太知道要讲什么。有什么 PMP 对你的改变，然后是对你的帮助，还有对你不一样的人生。对 OK， 其实 PMP 这个我在我大学的时候就接触到了，就那时候我是没有听过那证照，不过我有看到那个时候有一个，其实我一开始看到的是什么 PHP 啊， PHP 就是一个程式语言，然后旁边有一本 PMP 的书，那时候那叫什么 Head First PMP， 就是那个深入浅出 PMP。 然后那时候在看那个书的时候，我就看到旁边有个 PMP， 我想说那个是不是有一个什么程式语言，就把它打开来看，那看一看是知道，就看到它是一个专案管理的这个书，说这算是我第一次跟 PMP 的粗略了解。但是其实我真正开始碰到 PMP 的概念，反而是就是那时候跟着Roger 老师做专案。那时候也运气很好，就是我那时候看完那个零秒思考力，就是一个那个赤羽雄二老师写的这个书，然后我就想说我要来改变我自己的这个一些人生的这个事情啊，因为毕竟那时候刚念大学没多久，然后就觉得说未来也不太知道具体职场是什么样，所以说我就开始参与了翻译，结果就认识了 Roger 老师，就参与了那个专案经理杂志那个 QA， 然后那时候老师在招那个翻译，我就一同去参加翻译这样子。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学到了蛮多PMP 的这些知识。那现在其实也应该也有六七年了，就是在这六七年的过程中，其实蛮多时间就是除了在写程式以外，蛮多时间就是去无论是对主管或者是对这个底下的人都一样，就是我都会用专案管理的这一些观念还有这一些 practice 去帮助我完成工作。那我觉得其实专案管理这一块是真的蛮重要，为什么？因为当你今天你是 engineer， 我讲一个概念是你会写程式，那如果你又略懂管理，甚至你可以跟 PM 用专案管理的语言去做沟通，其实无论对你的工作要怎么样完成，或者是你要怎么样去跟主管去描述说为什么这件事情是要花这些时间或是需要这些资源，我觉得其实都蛮有用的。那在我今年年初开始就在那个上市柜公司当顾问，那时候是在 HTC。 那其实在这个部门中，我也蛮常使用到专案管理的一些技巧去沟通很多的需求啊，或者是去厘清，因为我其实一开始不是做这个啊，我现在待的部门是在电商啊。那我一开始其实过去是做银行业的这个系统整合的软体开发，所以说对我来讲，跨到电商领域这一块完全是一个蛮新的概念，所以我
透过专案管理去了解所有的这些事情，包含客户他们在这个电商的 domain 大概有什么样的知识啊，还有怎么样去完成软体的交付。我觉得专案管理专案管理帮助到蛮多。那现在其实很多人在谈Agile 或者是 DevOps， 其实都一样，就是我们的概念都是要去完成那个完成任务啊，然后提交我们专，无论是给我们终端的客户的价值，还是我们提供我们自己的价值，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供，就是有点像供应链啦，就是产品供应给客户价值，然后我们供应我们的价值去完成这个产品。那我们就是在供应链的最前端，就是我们做出我们的服务给我们最终端的使用者。所以我其实在这几年的过程中，真的是PMP， 无论是PMP 啊这些证照的这些学习的知识，那对我的工作其实都蛮有帮助。那我也知道其实我的年纪比较轻，可是其实透过学习这一些东西啊，那相对的反而我有这些知识之后，我反而更有这个权力去，或者是我的力量去说服年纪比我大的或者是比较高层的说，为什么这样子做你会更好。那就是比如说我们就其实之前很常讲那个什么Cost Benefit Analysis， 那个成本效益分析，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做成本效益分析嘛。那其实技术人员很常，像我过去很常就是说啊，这个技术就这样子做一定是最棒的，或者是这个是最好的。可是老板在或者是主管如果他不是技术出身，他其实不知道为什么你一定要选用那个东西，或者是为什么我一定要这样子做。因为他考量的其实是可能是成本啊，或者是时间，或者是这个品质等等的。那我们用他们听得懂语言去讲这些话，其实我们就是我们自己有主导权，那我们也可以跟他讲我们这样子做其实对你对我都蛮有帮助的。所以我觉得这些考证照其实不是考证照，我觉得是学一个思维，然后把这个思维用在工作上是蛮重要的。那以上是我的经验分享。好，谢谢 Kevin 的这个分享。那我觉得每次看到他都觉得说啊，真是棒棒的，所以父母有这样的小孩应该觉得很开心，就很懂事，然后在这么年轻就知道做这个专案管理。我想这是跟 Roger 老师一路长大的这个专案管理的小孩，就是我们的这个 Kevin 是代表这样子。谢谢 Kevin 的分享，谢谢，也谢谢 Kevin 一路上的这个努力，相信这个是非常有这个为明星的未来这样子。谢谢也祝福这个 Kevin。 好，那接下来我要欢迎的是这个幼体那个孟婷的分享嘛，孟婷应该是我 TKB 的这个学员，那我们也请这个孟婷来跟我们分享好不好？哦，是我吗？是你，是你。但我不是 TKB， 其实我是真的吗？北一五二。哦，北一五二的，好，丽秀姐记住了，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丽秀姐求救，其实我的故事其实也算非常的励志。我要先跟一个就是白理事长问好，因为我也是采购协会的一员。我其实包含今天的那个第一位贵宾，就是我其实在西屋待过，我也做过体验工程。那我自己我待的每一块领域其实都不太一样。我做过公共工程，然后我也有做过车业，我现在是在 IT 界。那其实担任的一直都是采购的职务，但是我知道我内心一直都有一个 PM 魂，就是因为我的 function 都是一直要跨部门的沟通。那其实为什么会讲说我的故事很励志，是因为北一五二其实是去年的班，那去年其实我们就遇到疫情，然后就包含的是很多，就是那时候刚好也在转换就是线上的一个这样子的冲击。然后我自己就是因为职涯的转换，所以我一直没有办法很专注的在准备这个 PMP 的考试，然后就前前后后的就一直觉得啊哇，怎么都没有就是决心跟耐心。然后终于好不容易真的下定决心了，然后就想说过了好久，然后又好害怕，因为整个题型已经换了。然后我就跟丽秀求救，然后他就鼓励我，然后也上了就是 PO 的总复习。其实我必须要说，其实很多观念就是长虹一直在教的，就是我觉得是因为我自己就是采购，那包含现在其实我也是在类似属于一个 PMO 的单位。那我知道其实这很重要，其实是因为正好在就是我觉得 PMP 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共同语言，因为其实你会发现到很多就是同事他们会问，哎，你有 PMP？
然后大家都会觉得哇，你是真的是好朋友，然后大家也会非常的了解其实你在说什么。那你在用的那些方法论包含着是新的概念，我觉得是stakeholder 就是那个利害关系人，我必须要说这一点是真的。在实务上我到现在我学完 PMP 之后，我都还会一直在去想那个关注的那个矩阵，然后我每次都在想到底要怎么去 manage 这些东西。那其实是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实务，那其实也对我的改变非常大，是因为我在历经了就是不断的加班，然后利用零碎的时间，然后用最快的时间考上 PMP。 因为我不要说我大概只有准备期只有两三个礼拜吧，然后我就冲了，然后前几天就考上了。那也真的非常感谢就是丽秀姐的帮忙，然后还有就是祝长虹生日快乐，因为我今天也是刚好也是加班加一半，然后就看到就是有这个消息，我想说一定要上来听一下，然后没想到就认识很多产业的前辈们，那其实也很开心，谢谢。是，这是一个我们当初是希望能够经由这样一个跨界的这个交流啊，尤其在疫情的时候让大家有一些的这个温暖跟温度这样子，这是我们今天的其实一开始这个初衷。好，那接下来我要欢迎的是这个 Mark， Mike 这个怡真来这个分享啊，这个真的是 TKB 学员的，来我们请 Mark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谢谢 Roger 老师、丽秀姐、长虹的各位老师还有各位学长学姐晚安，我是吕怡真，先祝长虹16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因为从学生在长虹的 TKB 的上课过程之中，因为我是去年的时候原本想要出国去工作，结果没想到疫情，我整个人动不了。那时候就想说，把之前外派在东南亚一些我学到的一些专案管理的经验还有实务上的东西好好去学。那时候我在看手机网络的时候，我 就想说，哎，这 TKB 不是有云端的课程吗？也该把一些专案管理的一些东西好好的去读，就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先上学分班，然后从学分班中就觉得说，哎，这个会是一张可用的国际证照。可用的国际证照情况之下，我就想说好，那我就想说从五大过程十大领域的学分班上完之后，就哎，这可以考一个国际证照可以用，那我就干脆赌一把，干脆一头栽下去去考试。中间有长虹的各位老师的帮忙，然后再加上说每天在图书馆里头苦读至少10到12个钟头，然后不断的跟立秀总教练讨论要补强的战略，要补强的东西，然后就是实时的回报，实时的检讨，实时的去更改，去拥抱改变，让自己不断在 PMP 上面茁壮成长。然后9月11号在考到 PMP 的时候，在考 PMP 之前又出现一个插曲，因为我7、8年没有上考场，再加上说之前考不动产经纪人4连败的情况之下，那时候心情是真的是紧张到一个不行。然后最终的话是我克服了这个心魔，最终是考过的，应该说是很惊险的过了 PMP 这个考试。我那时候是当下心里想，2020我没一件好事，结果呢，正向的能量长虹带给我正向学习的能量，我们考过了，终于考过了。然后在考 PMP 的历程还有给我的改变，就是说我在做事的思维想法在整体的逻辑上面更加一步系统化，五大过程十大领域49个子过程更加的系统化。在外加说 Agile， 后来我也加入台湾敏捷部落去学习 Agile 的部分。Agile 的部分给我一个最重要的观念：拥抱改变，不能像以前一样不变应万变。这是 PMP 给我最大的启示，要不断的逻辑思考，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才能够真正的拥抱改变。拥抱改变才能够不要怕输，
才能够在对的角度上处理事情。再来，最近今天必然有另外一个好消息，因为 PMP 证照让我有机会与派到花旗银行去做资产专案的工作。这个是 PMP 证照给我的改变，也谢谢长虹的 Roger 老师、丽秀姐，还有所有老师，还有长虹的所有同好帮助了我，谢谢。谢谢 Mark 的分享，也祝 Mark 在新的旅程里面一切都顺利，这样子。嗯，好，那接下来我邀请的是智深的这个分享，智深可以讲话吗？好，智深有在吗？好，那我们还有一位是那个，我看到 Sunny 上来， Sunny 可以分享吗？月顺。就是你要来讲讲话吗？来代表这个？我现在虽然你在哪里？现在我在加拿大多伦多。哦，好，来讲一下祝福。是嫁到加拿大去对吗？嗯，你嫁到加拿大吗？没有啦，还没结婚啦。你要帮我介绍吗？哦、在念书吗？我现在在找工作，我毕业了然后再找工作。好久的 PMP 了，对，嗯，跟随着哥哥的脚步，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很感谢 Roger 老师、丽秀老师跟怡琪老师，还有我哥哥月晨的提拔，让我能够拿到 PMIACP 的证照，然后这么多年来我已经 renew 三次证照 renew， 最近一次才刚 renew 完，六月那一次。嗯，然后确实拿到证照之后对 Agile 方面是比较有了解，那再加上昨天还是前天 Roger 老师线上让我们复习 US Map 那个功能，就让我更理解说实际上要怎么样去运用。因为确实因为我的工作上老实讲没有像大家这么频繁的用到 project 的知识，对，所以久了之后就很容易遗忘掉这样子。那Roger 老师的课让我们实际上在网络上brainstorm， 然后操作这个那个 US Map， 我觉得对我就算不是 IT 的工作，我也可以运用到，就算在教学上，因为现在我的 part time job 就是网络上教华语，那我也可以稍微用到这样的一个功能，或许我也可以把这个观念交给小朋友。谢谢，谢谢月顺这个岳阳的这个分享，太棒了。谢谢月顺，也祝你顺利，然后早日找到如意郎君。好，谢谢月顺，持续在社团里面那个活络跟交流这样子。好，那我有看到一位一直是这个写 iPhone， 可是我不知道是谁，请问 iPhone 这个同学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属于 iPhone 的同学可以分享吗？好 ，iPhone 这个可以跟我们分享吗？好，那在今天里面，那怡虹要跟我们分享吗？我怡虹好像没有麦克风声音可以分享。好，那今天很开心跟大家在这个晚上共度。那不知道这个怡琪呢，当了这个讲师完之后，那当这个学员的角度，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好，那在最后的最后，那 Roger 老师有什么要收尾这个总结的吗？那应该大家都有讲过了，是。那我们交给这个 Roger 老师帮我们做这个 ending 的部分。好，谢谢大家哈。那我们从八点半到现在，已经哇这个哇两个半小时了哈，
必秀真厉害，这样 Q 大家 Q 到最后，所以留到最后面应该都是铁粉，所以31个、啊、非常感谢大家、充满正能量，让老师觉得说16年前我创立长虹是对的、啊、那其实、有一句话叫心想事成、啊、当自己想要、完成的一个目标是众人想要完成的，那大家都会帮助你一起来完成、啊、所以长虹我觉得、不是少数的这些人，而是一大群人，就是 Roger 老师，然后旁边围绕着长虹讲师10位，然后接下来外面再围绕的长虹教练，那长虹教练在外面再围绕的一圈又一圈的长虹学员，那于是就形成这样的正能量。那这13000个 PNP 的话，未来不一定人人可以成为翘楚，但是也是一股台湾的新的活力、啊、所以、现在才16岁、啊、那老师现在50岁嘛，所以未来到65岁还有15年、啊、所以在15年的话应该还会再产生、另外的13000个 PNP、啊、那等于说台湾就已经有30000个 PNP、啊、那也祝福大家、啊、大家今天、有一个、美丽的一个夜晚、啊、那持续不用看太远，我们先看长虹未来5年怎么走。好，那老师会这个秉持着各位的期望啊，那把路把它走好，走下去。好，谢谢大家。好，谢谢拉杰老师。那今天我们这个分享就告一个准备告一个段落了。好，那最后的话，我要跟大家说，谢谢大家的这个参与。那我想更多我们可以持续在我们的脸书里面持续的这个互动跟交流。那也希望长虹也跟各位一起成长。那我想回到最初，希望我们拍球就是成为长虹的一个纪念日，那也是我们 PNP 都记得的这一天。那我们持续的希望明年的再度的这个交流跟分享。那这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晚上，那我相信给大家都有一股温暖。那也在这个疫情的时候，那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健康，然后都能够事事顺利。好，谢谢大家，那谢谢所有这个铁粉，也谢谢所有的分享者。那我们在今天的这个819长的生日，那也是我们PNP共同日子里面都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夜晚。那在今天我们也忆当年，来让大家都有一个找回当初我们PNP的那份热情跟初衷。好，谢谢大家。那最后大家有没有什么还要再跟我们分享的，就欢迎大家的这个发言跟留言。好，有人要讲话吗？我说我在这里预祝 Roger 早日拿到博士学位、哦、他非常努力，谢谢，谢谢纯姐的祝福、哦、有你的这个祝福 Roger 一定可以拿到的Roger 老师要创纪录我想这是一个毅力的这个旅程，对，那我想每个人都见证了他的博士生涯，这样子也告别了长虹一段时间了。那我跟他的老师说，还好那个 Roger 老师去念博士这3年长虹没有倒，这样子，所以我还也对得起 Roger 这样子、哦、所以在这3年的时光也谢谢大家的这个互相的这个协助跟支持，那长虹可以持续的这个坚持跟走下去。那我想 Roger 老师在这个博士旅程是他我觉得是真的非常的用尽全力的，大概是一个我开玩笑说，哎，不是应该 part time 吗？为什么变成 full time 的这个 student 这样子？所以我跟老师说，那个 Roger 真的是名副其实的这个 full time student， 他并没有 part time 这样子。对，嗯，好，关于博士的旅程 ，Roger 有什么要跟大家简单的分享的？快乐，快乐啊！那个有好消息，很快告诉大家啊。其实我已经完成我的口试啊，现在在最终论的修改中。那改到老师满意，老师就会放我走了。好 ，OK。好，祝福 Roger， 谢谢纯姐的金口。那祝福大家，那希望大家今天都有一个非常这个温暖的晚上，那让大家今天都有一个美好的这个夜晚，跟睡一个甜甜的美梦。谢谢大家，那谢谢所有这个支持长虹的这个伙伴们。嗯，好，那也祝长虹生日快乐。那我们后续有一个影片，然后。也一开始有播给大家看的，就不打扰大家的晚上，也11点钟了。谢谢所有的这个导师们、教练们以及长虹的这个最好的这个伙伴们，谢谢大家。那我们就晚安了，那我们就挥挥手，互道晚安。哎，等一下，我们的志龙来了，志龙，那你要讲话。好，志龙刚去读书会，要不要来跟大家讲话一下？
这是我们最近的 Miro 王子，那这要跟我们分享吗？不要这样，这样让大家早点睡觉好了。给你一分钟就好了，来吧。两个小时了。我也给你一分钟吧。一分钟，等我想一下我要讲什么，一分钟就过好了。PMP 队的改变，这个是我说的，这个在第一天 PBSR 的第一张证照，然后我就说第一天的时候呢，这种是一个不甘心不甘情不愿的这个学习，那到后来变成一个欲罢不能的这个学习者，应该在半年内考了四张证照。好，那我们请这个志荣来跟你分享，这个在长虹的第一天到现在对你有什么不一样，让你的日子变得更忙这样。差不多啦，反正就大概中华电信的日子就这样了。我觉得可以用那个我们在玩那个讲利害关系人的 CD 表来讲啊，就是我们从一开始我就是那种不知或抗拒嘛，然后受到 Roger 老师还有柳丁啊几位老师还有盛大夫然后立秀大家的影响，我就从慢慢的转到中立，在 ACP 的时候吧，明杰那时候开始觉得做 workshop 好像蛮好玩的，然后专案管理也不是那么的死板板的，可以很有趣。不过那去年的时候我都还是有照我自己的方式在念书啊，所以那两科没有考得很好。那今年开始考 PMP 和 RMP， 就真的是乖乖的照 SOP 做，跟着做，照着做，乖乖做嘛，是这样子，是这样子讲吗？因为立秀每次都会跟我这样说，没有错，跟着做，就是、照着做，乖乖做，对，就真的是乖乖做。然后其实念起来就还蛮轻松的，然后也顺利拿到证照。然后尤其是在考 PMP， 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本来是要过完年才考的啦，然后就我假其实都请好了，然后如果那时候过完年才考，我就一定会考怎么样。那时候 Roger 老师有特别打给我说，你怎么能放弃成为全台湾第一个新版的 PMP 的机会，应该是这样讲吧。 Roger 老师我已经有点忘记了。 对，然后他特别在礼拜三礼拜四特别打电话来鼓励我说，真的就是赶快上场。所以刚好礼拜四然后就 Peterson 就四处考上，我就预约，然后礼拜五就去考试，然后就考完就拿到证照，大概是这样。昂首不是啊，没有嘞，没有嘞，台湾是运气好一点啊的第一位啊。对，后面很多啊，那个后面现在已经三分之一，对，三分之一都是可以上场，都可以是当拿榜首回来。对，所以很谢谢志荣的这个帮忙，因为有你的这个开启。所以后面其实越来越顺利，谢谢。当然是郑博老师花了很多的这个心力，还有像刚刚何伟老师讲的，就是长的讲师团队常常不在接受挑战，那也就是每一次都有这个不错的这个突破跟这个展望。所以我们在其实在 PMP 也达到一个高峰，就是在今年的 PMP 考试，我们算了一下，最近就是有三分之一的学生不止考上，都是榜首。哦，所以这是拿到好厉害。真的超强超厉害，所以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缔造下一个制造地。对，下一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开 RMP， 不晓得线上还没有要报 RMP 的，这一次我们一定要也要创纪录。我那时候应该是总部只有两天吧，所以接下来应该每个都可以考5A回来，希望好，然后拿5A帮长虹，祝长虹16年生日快乐。 好，谢谢志荣，谢谢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明天开始有一个新的这个开始，这样那能够在今年都能够顺利平安，那每件事情都可以心想事成。谢谢大家，谢谢光明老师，谢谢所有的讲师团队。好，那我们就真的晚安，拜拜。